全。Hello 佩拉 ，Hello 黑魔导。啊，盖出盖子。Hello 浪客素衣 ，Hello 小蛋糕。Hello 人好 ，Hello 醒仙柠檬 ，Hello 奶宝，浪客素衣 ，Hello 落日一笑笑。Hello 大家好，我已经决定好了我的红包要怎么发了。Hello 晴晴 ，Hello 晨晨 ，Hello 毛毛，晚上好呀。Hello 飞宝 ，Hello 思远。是说毛毛也是主播吗？还是谁的 ？Hello 随便逛 ，Hello Jimmy，Hello 大福哥 ，Hello 卡丘 ，Hello Zaka， 谢谢新鲜柠檬的枫叶，谢谢新鲜柠檬 ，Hello 随便逛 ，Hello 是谁？鲁蛇 ，Hello Poco，Hello Tomo， 不是哦， oh， 那你是谁的？你是谁的宝宝？你是哪一家的宝宝 ？Hello Tomo。我今天呢，在大概8:55的时候，啊，我的可乐差点喷出来。我会在今天50分的时候进行我的红包发放。恭喜我的奶宝，哎，宝贝，你来了，宝贝，宝贝，羊宝 ，Hello S H E，Hello 鸡丝羊 ，Hello Poco， 晚安。谢谢大福哥的枫叶 ，Hello 浪客四四九，什么东西上架了？祖祖的代言影片上架了，我代言了什么？我代言了什么？我怎么自己不知道？是阿里宝贝，没有喜恩，你不要这样子，祖祖没有迟到 ，Hello 佩拉 ，Hello 刚车迷，我今天会发3包，开头差点把我耳朵炸掉。Hello 天月梦之 C Channel 的哦，真的假的？我 C Channel 的出来了是不是？啊 ，OK， 好，我等一下来去看一下。没有问题。Hello 浩毅，喂，自己拍了什么公司可以忘记？哎，我都忘记了，通通忘光光的。Hello 八级拳皇，然后我今天会先发3包，然后我明天会再发3包。你哪里来的浪花发红包？我去用我的小零用钱去储值了。啊！我什么声音？灰呼，灰呼！我说，祖祖啊，你的业务能力不能忘记了。哎呦，我忘记了。宝贝，头发好看，谢谢宝贝，谢谢宝贝呢。Hello 后切牛排，对我出资了，肥宅快乐水100分。Hello 水锤，今天没有，今天去拍了一个新的影片，到时候出来大家要看哦，我会强迫大家帮我分享。Hello 我爱你 ，Hello 博弈，有我有理你，公车迷我有说公车迷嗨嗨，你都不理我。Hello 傅伟 ，Hello 黄鱼 ，Hello 铅笔 ，Hello 庸景庸 ，Hello 黄鱼。嗷，飞宝练我有回答你，我说我今天不是练，我今天是去拍影片。Hello 志祥 ，Hello 塔瓦哥 ，Hello 毛亮，还有就是这个月的衣服筛选，你穿得下吗？我跟你讲，刚好有一件可以，是有点卡卡的，是不是？我正在看肥宅喝快乐水 ，I am 小肥宅，我给大家看我今天的晚餐吃什么。我跟你讲，我今天真的好过年哦，我今天都吃冰箱里的剩饭剩菜呢。鸡块剩饭，嗯，好香。晚安，彩灯。祖祖表示有成员台当什么，在成员台当二届，所以迟到。对，没错，不是胖老爹的。Hello， 史密斯，真肥馋。哦，谢谢杨雄的眼睛也这样重。然后我等一下会唱你们之前点的歌，叫我唱的歌。好，赶快去洗澡。你的剩菜看起来超贵的，这是那个有一家那个叫什么起家鸡的剩下的，我吃了2餐，这是第二餐。谢谢史密斯棒棒直播间，谢谢小雨棒棒直播间，小雨。
人家蒸肥餐，你就蒸肥餐。对。哎，西恩没有，人家只是去偷看人家直播。Hello， 清晨。对啊，阿丽，你最近怎么样？有没有好一点？哎呦，我上次看到你好多了。对啊，我这是我的剩饭，太油了吧？很油吗 ？Hello Happy Boy， 你好。嗯哼哼哼哼哼，现在史密斯的玫瑰。对，今天是双马尾。如果等等雨婷要买晚餐，好，我想说雨婷是谁 ？Hello Zaka， 紫珠好美吗？这种的辫子双马尾，编辫子下来的双马尾，喜欢吗？大家，快点啦，奶宝，没有啦，这个就是因为我的娘亲她吃剩下的、啊。雨婷是谁？她是等雨婷了要去那个。Hello 小易 ，Hello 花生神魔术，晚安，还可以。炒饭、鸡肉饭、米糕、咸酥鸡、永和豆浆，帮我选一个。永和豆浆或是炒饭哦，你太常吃咸酥鸡了吧，西恩 ？Hello， 纪宁，对，这是竹妈的生菜剩饭，因为前几天，今天19岁了吗？你不能讲，你不能讲19岁，你18岁了，加一。好的，我买给祖祖，你买给祖祖什么东西？那是谁？上次在我这边说在吃咸酥鸡的是谁？金界大叔，你没有在开车吧？你要小心哦，今天下雨，你开车要小心。奶宝也是哦，骑车要小心哦。然后啊。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今天会发3包，明天会再发3包，好像是我哦，哎呀，原来是仁豪跟奶宝啊，原来是你们两个、啊、两个小宝贝，哎，100分，你们两个真的是哦，真是对不起，那个开玩笑的，我根本没有离开家里，什么意思，西恩？是说你到底要吃什么这件事情吗？Hello 南宫那月 ，Hello 微如 ，Hello 钟勋，因为好吃，什么东西因为好吃？你说咸酥鸡吗 ？Hello Jeff， 晚安微如，那天跟着说要吃咸酥鸡，但是没买哦。谢谢花生神魔术的星之冠，我等下8:50会送3包，两包。粉丝团1包，普通的开放的，然后我明天会再发3包，明天好像是中午吧，明天我是不是中午直播？然后明天是2包开放，1包粉丝团，这样直接快速外送到我家，哇，外送到我家什么？好吃的东西怎么能不吃呢？对，什么？公车明，你知道你这是飘屏吗，宝宝？你这样子会扣浪花哦。怎么能不看呢？谢谢人豪 ，Hello 小薰 ，Hello 兔宝宝 ，Hello 九蛋，好啊，九蛋，你要8:50要记得回来哦。Hello 神威，现在是要推坑加入粉丝团吗？对 ，Hello 小薰 ，Hello 神威 ，Hello 倩 ，Hello 只看一下 ，Hello 自伟。但我还是会发一包公开的给大家，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加入粉丝团，我爱你们，爱你们哦。台湾明白，对不起，女生不小心，没关系，公车迷，我只是怕你那个浪花就拜拜了，没有了。好好吃哦，哦，我真的还没吃完餐，好饿哦！大家，我今天去拍的新的影片，
新的，这真的是满足了我内心的两个愿望，你知道吗？又可以吃，好，等钱要记得回来哦，8:50。等一下，我会先点名，然后确定大家都到了，我再来发。谢谢奶宝的玫瑰 ，Hello 阿仁，没有，这是剩饭，这是我的第二餐了，就是第二餐的剩饭。吃才是重点，什么东西吃才是重点？嗯，吃也是满足了我的愿望之一。没有，今天才没有小腹嘞。Hello 弟弟 ，Hello 恩 ，Hello 小竹，那芊芊，等等再换照片诱惑我。嗯，你吃什么？很丰盛吗？真的吗 ，Chan？ 是只惹灵异前辈生气这个愿望吗？这个好像可能每天都在实现。没有啦，玉凤可怜的姐姐吃剩饭，对，它是好吃的剩饭，来吧。可爱的祖祖 ，Hello， 可爱的小竹炭芊芊，今天告诉你先专心开车啦。Hello 658 ，Hello 小杰，祖祖的腰怎么了吗？祖祖的腰今天瘦瘦，没有胖，没有胖，绝对没有胖。谢谢小竹炭芊芊帮我分享直播间。对，我只能吃妈妈的那个，这是什么残羹剩饭是什么意思 ？Hello 阿努纳奇 ，Hello Only，Hello 朱莉亚 ，Hello 陈恩 ，Hello 阿志，晚上好呀，朱莉亚。哇，好开心哦 ！Hello， 白饭，祖祖一直很瘦哦，是不是？对嘛，真的会说话。什么长根？什么东西长根写错了？每天都没有怕，玉凤妹妹最棒了，谢谢。对，祖祖的腰今天瘦瘦的，平时就哪有哪有哪有，平常也瘦瘦吧。谢谢 Only 的蓝色应援棒，谢谢柳橙的 Love Love， 谢谢 Only 的蓝色应援棒，谢谢柳橙的 Love Love。那罐是快乐水的部分。Hello 豪哥，我改名了，我本来叫芊芊。哦、oh, ，真的、哦，我以为是小竹炭芊芊的小号，原来是不一样的人。各位有见过胖的长颈鹿吗？就是说嘛，都很瘦，好不好？谢谢 Poco 进到我的粉丝团，谢谢 Poco。 快乐水的部分，对，今天是快乐水的部分，谢谢 Poco 呢，怎么那么棒，谢谢 Poco， 我爱你，谢谢你今天第一次来看我就加到我 的那个粉丝团，停红绿灯换好了，好啊好啊，啊小心哦，要注意安全哦，金剑大叔。快乐水的部分，快乐水是可乐。这只例外吗？哪一只？哪一只？为什么我又看不到你们的？不行啦，我又看不到你们的大头贴了。我只有这个账号，是不是？好的，万神，万神 ，Hello， 万神，为什么？为什么飞宝要笑？问毛，问毛，现在花生什么树的枫叶？现在超饿，比起肚肚，我比较注意是玻璃碗的东西。咕噜咕噜，超好吃。妈妈的剩饭，谢谢 Poco 的 Love Love， 谢谢小竹炭的真情告白，谢谢小竹炭芊芊，谢谢。这只长颈鹿看起来过重，谁啊？我用另外一只手机看看，我怎么看不到你们的大头贴？圆珠珠在哪里？哦，这个。胖汪汪。艾莉，谢谢万神的蓝色应援棒。Hello 米宝，眼睛还好吗？好吃的剩饭哦，真的哦。谢谢浪客四五一帮分享直播间，麻剩饭真美味哦，真的。谢谢小竹炭芊芊的星之冠，看到祖祖吃还好，我吃饱了。Hello 西兰。中午只吃了 Subway 的沙拉，真的太虐了。Subway 的那个真的很好吃呢，粒粒的好多了。然后真的哈，哎，你吃饭了没啊，宝贝 ？Hello， 草莓金门，金门草莓家。Hello， 卡拉，杨璇欢迎回来。噗，笑死什么？
好多就好了，还是要多保养。对啊，真的要小心哎，宝贝。今天看到你，应该觉得会很可爱的东西，传给我看看。好啊，传给我看看。我吃了，刚刚吃松饼，不是晚餐吃松饼吗 ？OK OK， 没事就好。眼睛真的要好好照顾，就是说啊，最近我都好害怕我的眼睛。好啦，乖啦，宝贝，你要小心。Hello， 阿君，我吃红酱炖饭，这个才叫好吧，宝贝们，你看看我们看我们家兄弟吃什么红酱炖饭。对啊，上礼拜没有开玉凤，他不舒服，不要 MP 哦，不可以 MP 哦，杨雄。Hello， 素宝，豪哥。姑姑也是去揉他才这样，对啊，不要去揉哈，不要 MP 奶宝，不要 MP。Hello， 浪客素一欢迎回来，难得吃好吗？红 Hello 米宝欢迎回来 ，MP 没有 MP 不可爱，打屁股。素宝 Hello， 英主大家都在减肥，你们这样可以吗？嗯，我看起来是对啊，我也在减肥。而且里面还有一根我的头发，哎呀呀！得得得，祝福先生，我怎么拿你的什么？我怎么拿你到哪？什么东西？先生是谁？姐姐超想你的，帮小琴头目 MP 不可以？谁呀？谁谁谁？嘿嘿，开心，有看到吗？看到不要抓狂哦。什么？那是什么？为什么那么厉害？为什么这么多海鲜？那是什么？这是手扒鸡吗？不是吧？它那应该是海鲜吧？那是明天的事情，现在没有。当然是夫唱妇随。喂，素宝怎么这样子？怎么会这样？我这样子会羡慕，会吃醋哎，这样不行哦。Hello， 浪客是五一，谢你的啦啦啦，我讲错了，谢谢是五一的啦啦啦。哦，都是星期起来在家里。飞吧，我等一下要唱那个给你听哦。好运来，我已经练好了。吼、哦，陈素宝哦，痛风的感觉是什么意思？元宝、奶宝、元宝是什么？奶宝什么什么东西痛风？你说金界大叔那个吗？海鲜拼盘，对，你叫他出去，超坏，林阿宝，后面有小红车车的那个，居然练好了吗？对，我练好了，来点七彩棒棒糖，公车名你等一下再跟我讲好不好？我等一下要唱好运来先，等我吃完，或是等我吃不下。陈素宝先生，我们家林阿姨说要把你赶出去呢，说要把你绑起来，他说要把你绑起来，然后打屁股，在这里要呛我吗？是的，女神真命，主主有在直播间生气过吗？宝贝，你加一个爱心的意思是你生气了吗？我好怕 ，Hello SK Two， 他一直在直播间油画，真的，素宝最近都不跟我们聊天，我们怀念你。陈笑死，肥宅食物一百分，你的手啦，我的手怎么了？我的手怎么了？可爱、欸，什么东西？你认命吧 ，Hello 神威，加速要跪主机板了吗？对，谢谢茱莉亚的环游粉丝打 call， 谢谢茱莉亚。什么？真的 ？Hello 神威，快点快点，素宝，你刚害怕不是？哦，你说这个吗？再换一张，你又吃什么？金界大叔，你又吃了什么？我要来偷偷那个卡牙缝的部分，稍等我一下啊。
好了，阿丽没有在开玩笑，就是赶加速宝出门吗？阿丽也在等吗？等什么？Hello， 柳晨，等祖祖开播啊？什么意思？为什么祖祖开播啦？祖祖在这里啊？为什么要等我开播？我们陪你。好了，可以看了。好。Oh my god， 好可爱！我知道这个，就是那个生日礼物，对不对？就是他的那个裙子都是肉片，然后一片一片拿下来。Hello， 柳晨。Hello， AN。就是把家属赶出门，快点什么？快点，你要跪算盘，宝宝，家属宝宝，来竹这边聊天，我在直播间找我的小宝贝们啊，太想你们了。哎，丽宝，我以为你是来找我，哼，他很大气，不会生气的，他只会要跪算盘，对不对？可以顺便跟我聊天。对，之前肉前辈跟易云前辈说过，好吃的要问我，真的哎，今天大叔真的100分，你也太强了吧！我们是顺便吗 ？QQ， 什么？你说力宝是看我们，然后顺便看你们吗？什么东西？想我们就赶快好起来啊！就是说啊，宝贝，我有竹的保护，早就好了，真的吗？呼呼就好了吗？我帮你呼。我帮你呼呼，阿姨，阿姨，刚刚那个是同一家哦，原来是顺便的部分。Hello， 朱里恩，对吧？原祖祖，对，丽宝宝，对，来喽，宝贝们，来喽，原祖祖的歌单要来喽。为了大家，我特别练了好运来，先来开个嗓啊，等我啊。我跟你讲，我这真的必须要好好的开个嗓。然后我那时候本来想要唱那个 BO 哦，有点难哦的英文的部分哈，请大家稍等我一下，我再练个几天再来唱 BO。我今天先来唱个好运来，然后与我无关，然后跟触电。我跳出去一下，你要去哪里，林阿宝？我要唱歌了呢，你都不听我唱歌，我的网络有点荡。好，来哦，来哦，飞宝来哦，请问是谁点的《爱的魔力转圈圈》啊？谢谢朱里安的枫叶，原来我们是顺便莫名被放闪 MP， 先哭哭，嘿嘿，为什么一直荡荡的？现在呢，宝贝，好运来，大家来，恭喜恭喜，发大财！来来来，都都来！我呀，真的吗？哦，刚好都在，是不是？好，那我就一次来唱，我先来唱好运来，再来唱爱的魔力转圈圈。不要好了，我先唱与我无关好了，让我开个嗓。阿丽，准备好卫生纸？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准备卫生纸？要哭了是不是？原子组去哪了？祖祖在这里，宝贝。原子在这里，我觉得是我问题，他进来没画面，哭哭，怎么会这样？现在呢，原子到了吗？兄弟在这，等等可能笑到流泪，哎，我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怎么会这样？你要不要换个地方试试看？MP Hello 小杰。姐姐是不是没有画面？怎么会这样？你是不是网络不稳啊，宝贝？关静音吗？哎、欸，干嘛这样？听我唱歌嘛！先让我开个嗓啊，好不好？这个与我无关，是我想唱给大家听的。然后好运来跟那个转转圈圈是你们点的。来喽！现实的清醒交谈，沦为平淡，望眼欲穿，等不到你的晚安，全都与我无关。奶宝，我早已习惯一个人孤单，心酸为难，也要假装自然。我灿烂。全与我无关，祖祖与我无关吗？没有，才没有嘞！这首歌是真的很好听哎。不是，为什么会放这首歌？是因为这首歌是我们家阿丽宝贝最爱的歌。Hello 玉超 ，Hello 陈恩，没有。Hello 波伦，谢谢玉凤妹妹。Hello 豪哥，
阿里宝宝，我现在有没有脸了？说笑的，我等十分钟再过来好了，等我网络顺一点。哎、欸，我这是为了你唱你喜欢的歌哎、欸，原来是与我们无关吗？没有，没有与你们无关，就爱你们了，宝贝。Hello， 米米，黑宝爱心，爱心爱你们，就爱你们。早已习惯一个人孤单，心酸为难，也要假装自然，或灿烂，全与我无关。好可怜哦！那什么，那我这个时候什么？偷偷放烟火，哎，树宝，把它截下来，快点，谁把它截下来？等一下到时候把那个把这个这段话标记我们家阿丽宝贝。赶快把它截下来，趁我宝贝不在的时候作乱哦，树宝，陈树宝，陈树宝，你这样不行哦，是不是？玉凤，这首歌超好听的。Hello， 卡拉 ，Hello， 吉西呀，谢谢花生什么事的一百分，柳晨，谢谢奶宝的超多爱心，有点可怕。Hello， 如哥哥，打叉叉截哦。一百分，奶宝一百分，奶宝直接接下来，奶宝一百分。我跟大家讲，我真的很想要把我们家晨晨学我讲一百分的那个东西录下来，他真的超可爱的。他每次学我的时候，他就说猪猪猪猪一百分，他都会跟我这样一百分，超可爱的。那不放了，好，不放烟火了，是不是？这是阿丽点的，不是阿丽点的，是阿丽最爱的歌，所以我唱这首歌给他听，献给他。好，来喽。来咯来咯，我们家飞宝的好运来哦。录啊，录什么？急速修复新格局，什么录什么录什么？飞宝，你看看你带坏人家了。哦，你说录那个一百分是不是？一百分啊、哦、谢谢你们一百分，我那带坏人家零分。杰星姐姐也有唱这首歌，真假的？如哥哥，我现在要唱好运来，你就要走哎、欸、吗？快走！好啦，你等下记得回来。如哥哥，50分，大家50分记得回来哈。叠个千纸鹤，再系个红飘带，月山亮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春常在，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打个转过节，再剪个彩，愿祖国的日月年年好运来。你风舞太平年，你龙腾新时代，你幸福的家园迎来百花盛开。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啊来了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一切如意，兴旺发达，同四海。嘿嘿嘿，好高哦！我真的是这个表情87分，是不是100分吗？叠个千纸鹤，再系个红飘带。月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春常在，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打个转过节，新春风剪个彩，愿祖国的日月年年好运来。你风舞太平年，你龙腾新时代，你幸福的家园迎来百花盛开。好运来，我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一阵好运幸福发达同四海。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迎着好运，兴旺发达同四海。嘿嘿嘿，年夜饭吃什么？被消音。Hello Nick Yu Yu，Hello 玉安，
还在想说是不是肉前辈要来了，我要快逃。哪有肉前辈有来吗？快来找人，快找人放鞭炮，有人提早过年啊！谢谢书宝的烟火。觉得快要不行了。Hello 点点 ，Hello 嗷嗷嗷，谢谢点点嗷嗷嗷嗷，树宝宝6666一百分，谢谢树宝宝。Hello 云翁得利，阿猪妈新年好，恭喜发财，谢谢圆奶宝。过年还要很久吗？没关系，谢谢树宝的，我差点说树奶宝，对不起，谢谢陈树宝的梦幻烟火。飞宝，你怎么可以笑我？我超认真练习的耶！哎呦，今天大叔哪有荼毒你的耳朵？Hello， 卡喵，谢谢 Poco 帮我分享直播间50分点名间报平安吗？然后顺便发红包，谢谢飞宝的新之冠。因为我知道大家等一下整点会去，可以去看那个小时榜，但我怕大家跑掉了，所以谢谢飞宝的新之冠。所以我想说在50分的时候来点个名，大家要提醒我哦，就是来点个名，然后给大家抽个小红包。谢谢茱莉亚的玫瑰，我要谢谢大家加入我的粉丝团，我要谢谢大家，然后很爱大家这样子。然后我们要来触电了，原来宝准备好了。刚刚有人放烟火直接围炉，真的 ，Hello 鸡尾包，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不见，危险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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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飞宝，魔力转圈圈，像那心花怒放黑夜白天，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不见。冒险，魔力转圈圈，思念你的笑容就在眼前，可是我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不见。危险的的的的，待转时听起来。高志明，新年快乐，树宝，玉凤不会跑掉，最棒，欢迎回来，豪哥，谢谢大福哥帮我分享直播间，围炉了，围炉了，宝贝们，肚肚不见了吗？你慢慢出现，不可有你，我身边，那种感觉有点危险，方式哦，永远不蜕变。谢谢奥宇帮我分享直播间，嘟嘟还在，嘟嘟还在，嘟嘟嘟 ，Hello 贝拉拉，谢谢奥宇帮我分享直播间，谢谢树宝的新一系列茶物，茉莉转圈圈，谢谢小蛋糕又再加一个月 ，Hello 圈，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转眼会不见，我要慢慢冒险，哒哒，转圈圈。思念你的笑容就在眼前，可是我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转眼会不见，危险。嘿嘿嘿嘿 ，Put your hands up， 嘿哟哟哟，哎，嘟嘟拍起来有回音吗？没有啦。那种感觉，你慢慢出现，有可有你我身边，那种感觉有点点危险，方法爱你永远不蜕变。一百分，举起双手，跟我一起嗨起来，嗨起来，大家晚安，嗨起来，东东嗨起来，谢谢小蛋糕，100分。魔力转圈圈，甜蜜想到心花怒放，黑夜白天，可是我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转眼会不见，我要慢慢冒险。爱的魔力转圈圈，甜蜜思念你的
笑容就在眼前，可是我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爱情不老不竭，我也可不危险。嘿，转圈圈，我看到不知道刻了什么的转圈，谢谢志祥抖抖一百分，一百分本再给太多了，谢谢的圈。转圈圈，背包转起来。茉莉转圈圈 ，Hello 有心 ，Hello 小明，就在眼前。可是我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转眼会不见，很危险。哎哎哎哎哎哎，得了得了得得得得得了得了哎，得了得了。程序转圈圈一百分，谢谢大家。好了，大家点的歌，我现在目前练的只有这两首歌。Hello， 马哥，喝起来！煮出快乐水是不是喝到现在一样快乐？想要尝试的人可以去喝一下可口可乐哦。Hello， 嘿的浊音是 b happy 吗 ？happy who who 啦 who 啦伊是吗？我有念对吗？谢谢茱莉亚的荧光棒，这个时候应该要叫卢卡一起过来转圈圈，刚好。为什么卢卡也喜欢转圈圈吗？有两首不错了吗？真的吗？我在努力练习那个。B O 跟什么歌啊？我有点忘记了。然后左上角退追退起来没事，用小叉叉离开。一百分，唐华哥一百分，跟着节奏。谢谢刚称米的加油，谢谢你，谢谢大家的一百分。Hello 小猪耳朵，我猜阿力不会回来了，我也觉得。他说卢卡哈姆太郎，为什么不回来了？寄发票给可口可乐喽，耶，一百分。我正在喝，我喝了什么？马哥，你喝了快乐水。谢谢飞宝的枫叶，谢谢飞宝的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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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枫叶。哦，恭喜中了中了，恭喜你中奖中奖，飞宝中奖，恭喜。Hello 神威真假，你要唱 BO 喝啊？有人点 BO 不是吗？我剩下英文那段了，大家再等我一下，我剩那个什么。Cross down street in the sixth floor, then the sixth holes, I mean sixth floor. 我还会一点点了，我后面还有一些不太会。Hello， 天天，快乐水是不是加了什么？你们的爱，满满的爱。Hello， 小蛋糕，谢谢你的 love。Hello， 飞欧。Hello， 佑星，谢谢玉凤的 love love。Hello， 落日一笑笑。对啊，阿力宝贝什么时候会回来啊？谢谢小蛋糕。Hello Lolly， Hello 神威，欢迎回来。对不起，我吞个口水啊，一百分。Hello， 这是什么药的？这是什么字啊？一个方，一个那个房子盖子，一个泥是什么字？谢谢菲欧的星之冠，谢谢你，你怎么那么好？谢谢菲欧 ，Hello 流星。你总感到落寞沮丧。谢谢菲欧。未来总有太多迷惘。我今天现在开嗓 ，Hello 天天，什么东西？下一次祖祖碰到卢卡，你可以请他转哈姆圈。哈姆圈是什么？谢谢 Ollie 的星之冠。那我到时候等一下结束播的时候，我会再唱一次《好运来跟转圈圈》。因为我很努力的练习这两首歌，所以我要再唱一次，这样唱一下就没有了。我觉得实在是太玄幻了，这个一下下就没了。谢谢陈的星之冠 ，Hello 小猪 ，Hello 豪哥，谢谢 Only， 谢谢陈，谢谢你们。我跟你讲，飞宝我已经被那个好运来跟转圈圈洗脑了。他是说请卢卡跳哈姆太郎，你说卢卡吗？好啊。兜兜口转圈圈把哈姆太郎兜兜口兜兜口吗兜兜口
拍啦，啦啦啦啦，下次又要点这首歌的意思吗？新的要练的是不是？你请便。好，等一下大家结束的时候还要再来听一次我唱那个欢迎回来杨琼。喜欢转圈圈吗？真的吗？我以为大家会比较喜欢好运来耶，就大家比较喜欢转圈圈吗？好，没有问题，我随意，您随意是不？行，我就随意啊，随意唱给你们听啊。下次你可以请卢卡表演给我看，好啊，感觉好像很可爱耶。Hello 毛良，感染者加一，是不是超级洗脑的 ？Hello 七月，啊，48分了耶，我来，好，我再等一下好了，我49分来点个名，点左手指月吗？好，我要来记一下，我怕我忘记。Hello 嘿嘿。我先点个七彩棒棒糖，好，那个是要听歌还是要唱？那个是听歌而已，对不对？等一下，我要加一首什么？我要加一首左手指月，左手指月。发现大家在大家都就是祖祖的宝贝们啊，都是走快歌系列，好像大家很少听慢歌，是不是？Hello 透露家，我们要来这里喊哈姆太郎吗？哈姆太郎，真的假的？我下一首要点哈姆太郎，是不是？对，我要来玩点名了。哈姆圈，感觉祖祖看过之后应该会很后悔要一起转。我没有要一起转哦，没有，可以一起来喊哈姆太郎。Hello MK， 对，我要来点名了，宝贝们，点名在场的，请说一个哟好吗，宝贝们。Hello MP 细胞。噔噔噔，一起旅行，烧饭，孩子变妈咪，你还没带我去，怎么办？我们家阿杜跟玲玲保护队啊，小竹炭芊芊现在都不在耶，怎么办？快快点，快说，快跟他们说，快点！又又又又又哦，好，很好，很好，下下是什么？又很好，很好哦，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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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先来，人发出人生第一包红包。请问大家，我第一包应该是要公开，还是应该要那个粉丝团？哟，大家都在吼，点一首慢歌500是不是？好啊 ，Hello M3， 是哪一个？大家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左右 ，Hello Ivan， 第一包粉丝团吗？好啊，那我就第一包粉丝团。来发红包，我不太会发哎，大家请愿，那如果大家愿意的话，请稍等我一下啊，这样才会尊爵不凡。什么叫尊爵不凡？500块的，点他送出，有场地，一起旅行。一烧饭，孩子变妈咪，你还没带我去。恭喜鸡丝羊加到我的粉丝团，来喽！祖祖的人生第一包，大家要抢红包的，先等等哈。这一包是粉丝团的啊。哦，直接发就直接抢的意思吗？是没有办法设时间是否？大家赶快哦，赶快抢红包！第一包是粉丝团，这个我这个我自己也是可以抢的是吗？我要把它抢回来吗？是还有剩下是不是？大家都抢完了吗？抢完我就要来送咯，我要自己抽咯。我自己还有抽到100分。Hello MK， 不会，谢谢大家。可以，是可以设时间的吗？为什么我都不能设时间？卧谋，我还想说大家会不会刚好不在，你知道吗？那第二包我就设大家的了哦。老公公，你是老公公，有剩的都会回送，谢谢宝宝。抢不到，书宝抢不到，真的假的？好，我再给一次。好，来哦。M3， 你可以抢啊，没抢，下播之后还给我。好的，真的假的？没有抢完，下播会还给我，是不是 ？Hello 傅伟 ，Hello 微如，那我就发。我先发一个公开的哦，大家先来抢看哈。为什么我不能设定时间啊？好了，大家321哦，好，321发哦。
等等公开你也开神秘，我来开啊，没关系，没关系，可以。等一下，等一下，我要先公开，等一下，我要先设置红包，追踪可以领，好不好？还是大家愿意用一个送啊？算了，我追踪好了，系统会还给我，是不是？好，我有抢到，很好，来公开的喽，公开第二包，来预备。等一下，我真的不明白到底要怎么设置我的红包可以有时间限制啊？啊，算了啦，算了，我要直接丢咯。我说三二一，大家快点咯，三二，我要公开哦，谢谢杨雄，三二一，快点公开哦，送。我来看看大家有没有抽到，赶快快点快点，大家先抢红包。快点快点快点，我们家树宝有没有抢到？树宝手快点，赶快点，树宝有没有点到？树宝你抢到没有？树宝我家小树宝有没有抢到？树宝有没有抢到？树宝啊，树宝你是否有抢到？树宝有了吗？谢谢飞宝，谢谢 F 的玫瑰。不会，这次没有吗？真的假的？为什么？按掉了，谢谢红包。我看一下有没有人，有没有大家都有没有抢到？如何去爱？消失在人海。没有，红包没有设定时间的功能，真的假的？红包不能设定时间啊，抽奖才可以哦。手要赶快哦，有没有抽到了？到底也树哥是都没有抽到，是不是？网络崩溃哦哦，怎么办？豪哥，你可以明天再来抢哈。明天我还会再发三包，明天会两包开放，然后一包那个树宝乖没事。谢谢大家的回馈哦，爱你们。怎么办 ？MC 你明天来抢啦，都有干。MC 你是我的粉丝团吗？大家快点，在我发最后一包之前，大家赶快加入我的粉丝团哦！我要来发粉丝团喽，宝贝们。什么歌？霸气野祖祖什么意思 ？Lori 笑笑，要小时包或烟火的系统红包才能倒数啊？好吧，我还想说我想要设定倒数的。那等一下，我的粉丝团宝贝们，粉丝团宝贝们，大家准备哦。我要来发那个喽，我要来发那个粉丝团的喽。快点快点，大家有多余的阳光的赶快先加入粉丝团，祖祖要来发一包粉丝团了，赶快，祖祖321要来发咯，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可以帮我一个 OK 吗？刚才烟火也没有亮灯，为什么烟火要亮灯？什么意思树宝？为什么那个可以亮灯？豪哥你可以拿刀截手指，让手指去闪避，可以练手什么东西？口头倒数，对，那我们就要来口头倒数。来，粉丝团的宝贝们，祖祖要来发第二包了。OK， 大家都 OK 哈 ，OK， 祖祖要来三二一喽。OK 吗，宝贝们？亮灯才会有红包哦， 所以就是要有一个那个就对了，一个那个这样，这个什么概率的就对了。来喽，祖祖的第三包，今天的第三包要来喽，明天再来加。好啊，副委没问题，明天我会发三包。好，来哦，粉丝团的宝贝们，准备哦，手手准备，预备，三、二、一，宝贝们送。有吗？大家有抢到吗？我现在这个刚好被那个红包挡住了。志伟哥，谢谢你加我的粉丝团呢。有吗？粉丝团宝贝们，大家都有没有抢到？谢谢 Only， 谢谢 Only 的那个。有吗？大家都有抢到吗？我看一下，有，大家都抢到了。树宝，你这样应该有抢到了吧？欢迎回来哦，大家，不会。大家都有抢到吗？大家都有哈，粉丝团的比较好抢吗？都有哈，什么东西有点太快了，谢谢竹包，没有不客气，
谢谢，是什么什么？太快了，有，刚来，完蛋，怎么办？祖祖就不抢了。哎，为什么我这里会有一包？哦，是我自己的吗？不会，谢谢大家。Hello Poco， 有吼，刚来，糟糕，黑掉。我明天还会再发三包吼，大家要记得准时哦。明天我应该是明天播吼，我好像还没确定。消失在人海，终于在眼泪中。明天十二点，祖祖明天中午十二点会再有三包红包哦，哈。不会，谢谢大家今天来，谢谢大家加入我的粉丝团，我很爱大家，谢谢大家，真的超开心的，爱你们哦，谢谢大家。哎，为什么忽然间有十包？这是什么？是谁？谢谢 F， 不是 ，Hello F， 这是谁？为什么会有十包？这是什么意思？飞宝，你怎么能飞宝，飞宝，谢谢飞宝。中午不行，为什么中午不行 ？QQ， 中午要上班是不是？中午上素宝欢迎回来，谢谢飞宝。对，中午，明天中午哦，明天中午还有三包。你可以点看看大家的手气，看大家抢多少。好，我来看看大家的手气。不行欸，他要我抢欸，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不能看？为什么我不能看？而且我还对不准，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我的手发生什么事？谢谢飞宝红包，飞宝谢谢你。准备了，九点剩下的红包，大家加油！谢谢飞宝，哇哇哇！中午也赶不过来 ，QQ 哈。还是我今天再发一包，我今天再发一包公开好了，等一下好不好？然后明天我就变成只发两包，一包，明天就只发两包，一包那个普通的，然后一包那个一包粉丝团，好不好？明天我等一下会再发一包。啊，怎么那么多包？等一下，为什么开始上涨啊？怎么那么多包？不会吧，该不会是我们家飞宝吗？飞宝，你怎么那么好啦，飞宝，谢谢飞宝。我自己也抢我自己的，我等一下我要抢来，然后我要去外面浪，飞宝可以吗？我可以去外面浪吗？谢谢飞宝，飞宝，谢谢飞宝，飞宝中了头，谢谢飞宝。Hello 树葡萄，谢谢树葡萄加我的粉丝团，谢谢你哦。谢谢宝贝们，如果可以的话请加入祖祖粉丝团，让新来的朋友可以的话按一下赞哦，我爱你们。那我这样是不是要设定啊，就是设定我的还是不需要？我需要设定我的红包吗？这个设置追踪是否要设第一包红包关不完什么意思？Hello 阿尔法，飞宝666，快点，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瞬间来一个什么庆祝歌？爱存在。上庭，谢谢黑雕帮我分享直播间。Hello， 草莓风暴，大家是我现在都在抢红包了。我是否错过了什么？大家就是我们家飞宝疯狂送了37包红包，是。你错过了，对，上庭你错过了37包红包啊！飞宝，谢谢你，飞宝，索隆，刚刚送了很多红包，37，真的，我们家飞宝666哎，好了，我再发一包可以吗？飞宝，我可以再发一包吗？明天改成两包哦，哈，明天改两包啊！我今天在这边再发一包的话，我就设公开，好不好？大家手手准备。祖祖要来发红包咯，明天就变成只有两包咯，因为这不是晨晨，我差点说晨晨就没有，不是晨晨，我祖祖我就没有钱钱了，红包心如止水，随意吗？真的吗？我觉得超棒，666，飞宝666，飞宝超强，好啦，追踪，大家都追踪了齁，哈，祖祖要来发红包咯，公开哦，明天会再发两包。谢谢飞宝的枫叶来咯。321哦，手手准备哦。3、2、
手手先准备，手手不要打字，赶快准备，三、二、一，送出去！公开抢得了啦，你们可以抢，赶快抢，赶快抢，快点快点！谁还没有就赶快抢，我来看看大家的手气。哎，我们家树宝终于抽到了，很棒，100分，桃花哥100分 ，Poco 100分，中勋100分，还有看还有谁？很好很好，大家都有抢到，大家都有抢到，是否抢完了？是有抢到吗？大家？每一天都值得庆祝。终于按完了，谢谢飞宝，飞宝真的谢谢你耶，飞宝，谢谢亚马逊的真情告白，谢谢你。很好，点到叉叉，哎，米宝真假的，哎，我跳掉了，怎么办？上庭，就是祖祖的永远抢不到什么。刚刚那包我有给你，有抢到，我看到，刚刚睡着了，怎么办？每包都有抢到，100分中旬，很好，谢谢大家耶，好开心哦，红包游戏太开心了，谢谢金丝羊的剪刀石头布。好了，胜利了 ！Hello， 新来的朋友们，我刚好看到几个新来的朋友，没有，还要验证，没有验证成功吗？就是把拉过去，没抢到是命，上庭没有抢到吗？谢谢陈先生追踪，谢谢花生什么树的剪刀，谢谢花生什么树的剪刀石头布，谢谢小蛋糕的好多玫瑰。青珠，你看到的是飞宝，飞宝的吧？没有，我刚好看到一包。哎，是飞宝的吗？哎，是耶，是飞宝的，是我们家飞宝的耶。原来是飞宝的，原来是主厨的都抢不到是吗？我已经释怀抢红包这件事情了，怎么办？安安，我萌新100分，谢谢晴晴的枫叶 ，Hello 陈恩，好开心哦！我真的是怎么办？我有一种爱上了那个红包的游戏，怎么会这样？好刺激哦，感觉好像玩拉霸哦，怎么会这样？猪猪怎么这样？赌徒的那个这样不行呢？谢谢杨雄的韩式花束，谢谢 MC 的掌声鼓励鼓励，欢迎回来，欢迎回来 Zaka。验证也太难了吧！早安，我第一天来，欢迎盐奶宝。谢谢浪客859的掌声鼓励鼓励，大傻币的感觉，对啊，好开心哦，怎么办？好开心，这真的会上瘾哎！谢谢 MC 的蓝色元棒，谢谢 Only 的幸运四叶草，最后一包没抢到，怎么办？糟糕！谢谢田中帮我分享直播间，爱上花钱的滋味，怎么办啦？祖祖这样不行，有飞宝爱祖祖，我放心了。还有树宝，还有奶宝，还有特鲁甲，还有公车迷，还有 Poco， 大家都超爱我的，真爱你们呢！你怎么对我这么好？赶快加我粉丝团，赶快！我知道你们最爱我了，赶快加！还没有收到账单，结果没事。哎，100分，飞宝100分，怎么办？米汤就跟丢礼物一样，真的耶，真的会上瘾哎，怎么会这样？完全整个上瘾，怎么会这样？我没有对祖祖好啊，有啦，上帝也对我很好，你都会提醒我，我不小心按错的东西。每次到小祖祖，你那个打错了，祖祖那个你按错了，我就啊。赶快，我阳光够了，再加粉丝团。好，你阳光什么时候够？我看一下，我已经决定好了，我下一个目标我要50个粉丝团的人，50个粉丝团的人呢，我这样心非常的野，我就要来发红包了。然后我一样，如果100个人的话，我就来发3000块红包，耶、yeah! ，发红包哦 ，Luca 欢迎 ，Luca 宠坏祖祖就好，对，塔瓦哥也是宠祖祖的一个，上庭也是 ，Poco 也是 ，Poco 今天进来就超宠我，我还差400阳光是吗？那明天之前可以吗？明天之前有办法吗？索隆欢迎回来，谢谢花生什么树的枫叶，谢谢 Poco 的枫叶。晚上好，嗷嗷嗷，仙女来了！晚上好，灵异保护队欢迎回来。真的有点穷足足了，真的，50个很难哦，因为每个月都要续费。我就这个月赶快努力冲到50，大家赶快帮我宣传。Hello， 蔡玛雅迅迅，我们来冲小时榜啊！小时榜吗？哎，我现在第五名哎，我现在第五名哎，好开心哦！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这样的话，大家
就可以抢阳光了是吗？我才不爱你呢，哼！你们都是这样子的那个小翅膀还早，飞吧！对了，现在才八分，十点的时候才加油。我刚刚才领完飞宝的红包，谢谢飞宝，但没有看到姐姐的红包 QQ。哎，怎么会？为什么没有看到我的红包？谢谢守龙的啦啦，大家就可以有阳光了。哎，对耶，这样大家就可以加我的粉丝团了。新来的朋友，赶快加我的粉丝团，我爱你们，最爱你们了。虽然你们都就是我知道很多人进来，然后都不理我，但是还是要加入我粉丝团喽，爱你们啊！顺便追踪一下猪猪，然后可以的话到我 IG 去追踪一下我哦。可恶，又按掉了，哎，上庭，哎，又有红包了啊！飞宝吗？是飞宝吗？谢谢红包，是谁？是谁给的？是谁给红包？是飞宝吧？我不理猪猪了，为什么上庭？谢谢红包，是飞宝吗？我们家飞宝给的，是不是？谢谢飞宝。Hello， 斜杠人生，达达，是达达吗？手达达是达吗？不是我哟，是陈哦，真的假的？谢谢陈，谢谢陈，谢谢陈恩，陈也是真宠我啊，真的是，哦，我觉得真的是备受大家的宠爱，我觉得好感动。我今天觉得我备受宠爱，我真的好感动哦，大家，哦，宝贝们，谢谢你们。啊，不是，都说我傲娇了，哎咦，Hello 小白兔，不是是陈哦，真的很感动哎，真的其实真的很感动，谢谢你们。然后我说要冲那个粉丝团，大家就帮我冲哎，真的超谢谢的。快说你不想加班，我就不用拼榜了，我要加班。飞宝，谢谢 Poco 的新之冠哦，真的很感动哎，谢谢你啦哦，谢谢飞宝新之冠，谢谢 Luca 帮我分享直播间 ，Hello 黑哥。并没有宠爱是日常哦，真的很哦，真的是很感动哎。IKEA 哥哥就是上庭是吗？上庭是那个是不是？上庭是傲娇宝。谢谢飞宝跟陈，真的谢谢傅伟的 love love。坏，杨雄很坏，我很坏哦，最爱飞宝了，谢谢飞宝，谢谢飞宝，今天这个握手会那件，对，是握手会那件，就是真的是超爱穿这件白色上衣。Hello， 不准偷看 ，Hello Happy Boy， 今天对，谢谢加班咯，今天猪猪不是加班日常吗 ？Hello Happy Boy， 谢谢 Poco 的幸运四叶草，我、哦、真的很感动哎，谢谢，真的谢谢大家，我今天真的是，谢谢不准偷看的新之冠，哦，直播间真的超感动的，谢谢大家哦，爱你们啦，谢谢黑哥。猪猪原来是加班日常吗？对，那个腰旁边可以弹吗？哎，不行，是肥肉。谢谢黑哥的新之冠。索隆，谢谢你的枫叶，下次我看你，你要穿粉红色那件，哪一件粉红色？谢谢 Poco 的许愿瓶，谢谢 Only 的新之冠，谢谢田中的玫瑰，宝贝们，你们真的是很重重组组哎，我也没有填握手会，可是没有办法去，谢谢 Only 的新之冠，谢谢索隆的枫叶，米宝什么拍拍，米宝为什么要拍拍米宝？我们刚刚不是要爱的魔力转圈圈吗？我怎么会忽然之间，就是爱的魔力转圈圈？谢谢 Only 的新之冠。什么？可是我没有办法去，是什么？谢谢田中的玫瑰，真的谢谢，真的超谢谢的哦。猪猪今天丑，肥肉的部分弹出来应该很好玩。哎，原来宝哎。就是上次那一件，对呀，我们来转圈圈，不是，我们是要转，对，我们是要转圈圈，对不对？对，我们是要转圈圈。猪猪今天转圈圈可以唱三次，100分。然后我等一下还要唱好运来，谢谢塔瓦哥的花开正当时，谢谢塔瓦哥。Hello 浪客451。可是我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不见，危险。我的肥肉很多可以给祖祖，不要，这个可以不要吗？天中，这个我可以说不要吗 ？I don't want to， 我不想要月半怎么办？是要转圈圈转三次吗？对，茉莉转圈圈，思念你的笑容
就在眼前，三层肉真的是超级宠爱耶，一起台一起出镜。哎，你们元乃宝，你为什么加入上庭的行列了？是 Hello 浪客四五一，欢迎回来，恭喜！谢谢塔瓦哥的花开正当时两个，谢谢。我为什么会当天早上发生一些事情就不能去了？为什么？对，猪猪的爱的魔力转圈圈。你慢慢出现，无可有你我身边。谢谢宝贝们，双下巴，双下巴，双下巴，好像。好像可以一点点啦，因为双下巴听说是福气的象征。你看，你看，这一定是你们，这些就是你们，我的宝贝们，我的宝贝们都在这里了，我的福气。谢谢景晴的100分 ，Hello 纯慧人设 ，Hello 扣十一，可以看主主双下巴吗？我已经给大家看了，你们看这里啊，这里全部都是我双下巴，今天在这里的宝贝们都是我双下巴。转圈圈，思念。谢谢 Poco 追踪，很挤耶，有好一点的位置呢，能待吗？在这边，这边，没有了，就这里。你们要挤这里。原来大家都住祖祖下巴吗？对啊。哎，为什么网络连线失败？大家，我现在是正常的吗？我现在是正常的吗，宝贝们？我有没有宕机啊？哎，哦。你慢慢出现，无时无刻有你我身边，那种感觉已有点点危险。爱你永远不蜕变，正常吗？目前看正常是不是？哈，紫竹一直都很不正常，到底是什么？紫竹最正常了，顺吗？我转圈圈。转圈圈，normal OK， 卡卡吗？精神状态是很正常的。微不见，我要慢慢冒险。爱的魔力转圈圈，甜蜜思念，你的笑容就在眼前。可是我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转眼回不见，我怎么克服危险？转圈圈。你的笑容就在眼前，可是我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转眼回不见，危险。哎哎哎哎，魔力转圈圈。最终的主播十个里面有9个 K I D， 西恩的魔咒，我们很正常，祖祖很强，祖祖没有很强，祖祖很开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嘿嘿嘿，好开心！祖祖今天很开心，真的真的很开心，非常的开心。你们不可以把这段录起来，我非常像智障，从来没有正常过，那一罐好像怪怪的。你想对我快乐水干嘛？明明把我的爱心。哦哦哦，柳橙哦，等一下给你看杰的一堆崩图，怎么办？祖祖是傻傻的，真的是傻傻的而已吗？只有傻傻的而已吗？然后我们要来听什么？爱的就是你哦，真的太适合今天了。只是现在看不到主了，为什么？挤下巴给粉丝看模特儿，说自己不强吗？嗯，谁呀？谁会挤那个双下巴呢？这就是正常的祖祖了。嗯，对。最正常，这是什么？正常，对，正常。Hello 华，传给我什么东西？正常等于强嘛？哎，祖祖啊，祖祖怎么了？上庭 ，Hello 曹慧达啊，曹慧达 ，Hello 好久不见啊，就是你呀、啊，我怎么了 ？Hello 小叶，只能透过荧幕上对呀、啊。希望真的有些什么公开活动可以让大家来的，真的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活动。Hello 洛瑞笑笑 ，Hello 志伟哥，谢谢 cos 一追踪 ，Hello 黑哥，欢迎回来，谢谢灵保护队，谢谢晴晴，谢谢灵保护队的超多剪刀锁布哎，谢谢什么毛粮什么，还是变成城之内好了，城之内是什么？我忘记了，你不是在问谁会这样啊？就你啊，
哦，谁呀、啊？嗯，哪有？只能在荧幕上看猪猪。对啊，我好希望有什么公开的活动，然后你们可以一起来。谢谢花生什么树跟玲玲保护队的剪刀石头布树了，胜利！啊，胜利！哦，平手，胜利，胜利，平手，嗯，可以啦，可以，还行，胜率100分，谢谢，谢谢志伟哥的新之冠 ，Hello， 嗡嗡嗡啊，嗡啊哄，哦，嗡啊哄 ，Hello， 嗡啊哄，好酷哦，你的名字，嗡啊哄哎，谢谢志伟哥的新之冠。嗡嗡嗡嗡嗡啊哄是也有在直播吗？有吗？谢谢志伟哥的新之冠，谢谢田中的玫瑰，谢谢小蛋糕的 love， 谢谢田中的玫瑰。今天心情不好，被我逗得稍微开心一点，真的假的？金剑大叔 ，Hello 老公，看了带名字的猪猪，你不要难过，金剑大叔，谁欺负你我就把你打他屁股。谢谢旭的新之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谢谢旭。Oh, money back me home 是什么？谢谢志伟哥的真情告白。Hello, Hello 七七七，欢迎回来上庭，卡了21年的老台，哎，多老？到底要多老？请客，上庭请客，100分。今天大叔是开玩笑的。老坛咳起来，奶宝100分，你有吗？欧妈你别没吼，哎，你工程名你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Hello 旭，你好呀，还好刚好卡在一个崩点，哎，不行，祖祖胜我2场也太强了，好开心哦。Poco 对他们都说我很强，不是45年，嗯嗯，45年是怎么蹦出45年的？按到吗？按到什么？上庭，谢谢玲玲保护队剪刀石头布，谢谢玉凤的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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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Hello 飘飘 ，Hello 无名，谢谢田中的，谢谢田中的玫瑰，谢谢玲玲保护队的100分，谢谢你们，我最爱你们了，宝贝们，宝贝们，谢谢谢谢玲玲保护队，我又胜利了2场，耶嘿嘿，哦输了，果然人不能得瑟，谢谢谢谢田中，我赢了。谢哦哦，平手，你看啦，真的，志伟哥的那个平手，人真的不能得瑟。你看我得瑟成这样，就没有，就是输2场。谢谢兔兔讲的啦啦，谢谢小蛋糕的啦啦啦啦啦啦。工作方面的问题比较郁闷，不要不要，我再不要，不要难过，把你的那个乌云吹散，呼，吹散了吗，金剑大叔？飞板啊，欢迎回来，手手准备好，来了。成，我手手准备好了，为了生活就忍一忍吧，不要忍，就直接大声骂出来，骂他。手手准备好，猪猪手手准备好了。对啊，乌云乌云，快走开 ！Hello 露露 ，Hello 锦优，欢迎回来。猪猪强什么？玲玲保护队什么？啊，就竹怡的成年老坛呐、啊，哎哎，什么？什么东西？谢谢帅哥陈，为什么陈的那个红包我都看不到呢？好，我用我的，我来开我的小账来抢好了，来来来来来，我来抢一下，哈哈哈。嗯，手机网络宕机，啊，我知道了啦，因为我没有点啦，白痴哦，我是白痴啊，我点到了，我点到了。陈有了有了，陈有了，我跟你讲有了，我来抢了我来抢了，谢谢包，谢谢，好开心哦，好多红包哦，小账哦，对不起，没有，谁啊，谁小账，真的乱七八糟，没有点，你是啊什么，我是什么，我是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啦，我可是这个可以讲吗？好了，大家不要说，大家不要说，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东西不见？什么东西有没有发现神秘我不见了？笨竹的小账大家不是都知道吗？还有 2.0， 对啊，我现在改名字了，大家来找找看，找找竹竹在哪里？大家知道在哪里吗？有看到竹竹吗？竹有了，大叔要蛋糕，什么东西？大叔要蛋糕。Hello 海鸥 ，Hello 如哥哥，谢谢小蛋糕的玫瑰，有了。
谢谢陈祖祖 2.0， 对，大家没有看到吗？大家都没有发现吗？爱祖祖找到有奖吗？明天祖祖会发红包，明天就有奖了。怎么了？什么上庭？我没有啊，没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讲哦。Hello， 光临23个祖祖，对，23个祖祖。祖祖不，祖生命我不见了，生命我已经变身了。想不到自己，好可惜，我们回不去。怎么会回不去嘞？这首歌不行这样。今天这样不合不适合，谢谢利二，利二是日文的概念吗？谢谢利二，谢谢变身，对，大家都没有发现我变身了吗？对啊，快点，大家赶快去找祖祖的分身在哪里？祖祖分身现在改名字哦，微百分改名字，爱的魔力转圈圈，甜蜜思念，的就在眼前。这是谁的啊？等等，你日文到底学了什么？我平假名还没有学。祖祖真的回不去了，祖祖呛坏了是吗？突然想要伪装成祖祖小账，祖祖小账。可是你找到我那张腿推图吗？祖祖不要回去了，祖祖回不去了。那个不是利二哦，那是什么？卡尼吗？卡尼是不是卡尼？是念对吗？我念对吗？卡尼吗？你的神秘我被没被 ban 掉，神秘我怕被发现，所以改名了，变身。你哪里叉叉是什么意思？哪里叉叉是什么意思？我拍我的，什么？你拍你的？你说用你的，然后神秘我，然后说是你吗？没错，卡尼啊，你看吧，我就说吧，小写我还是会的，平假名不会而已。我。这样贴近，因为你。谢谢宝贝们，宝贝们真的是100分宠我，好开心哦，嘿嘿，好开心哦，大家。那天看到你被安安踢出去，笑到又知道，我直接被他 ban 掉，怎么办？被 ban 掉了。谢谢小蛋糕的玫瑰，谢谢茱莉亚的荧光棒，金戒大叔。叉叉族嘛，你哪里叉叉了？我哪里叉叉族？宝贝族吗？这可爱宝贝，你是不是没有换账号，改了一个很笨的名字？喜恩被发现喽！哦，被喜恩发现了，你开心就好，我好开心哦，我今天真的好开心哦，我真的好嗨哦，而且自己发红包也发得好开心，怎么会这样？明天我还继续发哦，发两包。好，我明天会发两包，大家中午要来哦。我也被踢出去啊，还两次，真的假的？为什么 ？Hello， 翔大大，对啊，什么叉叉是女神族，是宝贝族，祖祖开心就好，祖祖今天好开心。Hello DJ One， 我超开心的。Hello Andy DY， 哦、oh, ，Andy，Hello Andy， 谢谢飞宝的打 call， 谢谢飞宝。有啊，安安跟大家玩，从祖祖到粉丝都踢来玩，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安安怎么有这么特殊的兴趣嘞？明天也看祖祖，好，明天也要来哟。Hello Andy，Hello Chanting， 我怎么知道他踢我踢两次？笑死！是小肥族哪有？原来吧，哪有？宝贝女神姐姐族，谢谢玉凤。公司仓库网络不好，红包拜拜拜拜。哦，你说明天是不是？你讲讲看啦，希恩，你现在有没有阳光？赶快加我的粉丝团，直接强迫他加粉丝团，这是炫耀吗？原来 IKEA 有被踢哦，一百分，还好我只是应援 Daisy 跟樱花，其他人都只有一次哦，真的假的？是大家都有被试过一次，是不是？不是炫耀哈，你的好朋友林一前辈也踢粉丝啊，真的假的？林一前辈怎么那么可爱？宝贝耶，他真是小宝贝耶，真可爱。他生气气最可爱了，你们就享受被他踢的感觉吧。你也可以踢我物理性的，哎，100分，如哥哥，康康族，万神。但我生性低调，什么意思？落日一笑笑。其实我也被踢两次，你们一定很开心哦，物理踢，粉丝福利的部分。真的哈，我也觉得大家真的是100分喜欢，对不对？我知道你们最爱了。IKEA 哥哥是被谁踢？被安安踢，物理性的粉丝福利的部分。
踢爆，直接踢爆。还没有被安安踢过，是不是要体验一下增加人生经验？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你可以去试试看零保护队 ，POCO 队哦，物理性的踢哦，物理性的踢，踢我，你看我就知道，我们家奶宝最爱这种了，我们家奶宝是那种喜欢那种身体上面的实质性感受，有需要帮忙吗？林一前面放电啊，没有，他是踢屁股吧？目前确定物理性踢，好像只有阿布前辈有拿出高跟鞋过。真的假的？认真拿物理性踢吗 ？TP 女足是我们的女足吗？还以为是生性的踢掉是什么意思？生性是什么？我之前被威胁过，为什么的拳？的拳为什么被威胁？笑死！安安腿蛮短的，一看应该会被想。你好坏，吸了你嘴巴。打屁股，先打嘴巴，坏蛋，真的坏蛋，唔汤谁唔汤，一群 M 吼，真的是吼，是要打球我打球，人好哦，真的是哦，谢谢志伟哥的幸运四叶草，林一前辈钟情于屁股吗？对，林一前辈钟情于屁股，要怎样才可以被安安踢？你就进去，然后说踢我，他就会踢你。我没有，我跟其他人不一样，什么毛良，毛良喜欢被呵护，是不是？以晨前辈跟安安都提，安安前辈是谁啦？哎呀，阿布前辈直播中有拿出高跟鞋，这个可以吗？真的假的？好可怕哦！真的假的？德全在开玩笑，之前参加活动，他家阿布前辈拿高跟鞋，他都不敢拿。啊，对啊，怎么可能？恭喜索隆升级，谢索隆，谢索隆超多超多枫叶，谢谢索隆，谢索隆。啊，是前辈，谢志伟哥的花枝金翠，笑死，真的笑死，太好笑了，我觉得真的太好笑，一百分。我觉得我还好，我觉得我是属于温柔型的少女，对不对？我是温柔型的，我都不出手的，我只有打屁股。你看，我真的觉得我好温柔哦，直接被爆料吗？就是阿布前辈其实就没有啦，我只是说说的。阿布前辈真的应该看起来是蛮温柔的女生，安安前辈，安安前辈啊，安安踢我，不是安安前辈，安安踢我。有一个美丽的大姐姐，她的名字叫啾啾，谢谢刚签名。飞宝为何问号？对啊，温柔，为什么上庭也问号？什么意思？为什么万神也要思考的表情？飞宝为什么超多问号？什么意思？我想到斗内木曜高跟鞋说，看到熟悉的毛怪就用这个敲，什么意思？西安？你说阿布前辈在木曜里面抖内高跟鞋哦，你温柔我就帅气了，对啊，你帅气啊，你最帅气了。Hello 洛瑞学校 ，Hello 毛良，谢安利爱啾啾，吓到跳出去是什么？你啥时跟温柔讲勾上边了？从我记得从开播第一天好像就这样吧。温柔第一名，卢卡祖祖，你看吧，我第一名哎。你到底有多想叫安安前辈？最好笑是，你知道我不是一直叫前辈吗？我就会很乖，叫前辈前辈前辈这样。然后最好笑有一天，晨晨就刚好在我旁边，然后他就好像跟谁，他就说好像说谁，然后就说啊，好像是哎、欸、是谁？是叫什么布丁前辈？我就讲布丁前辈，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哎、欸、布丁前辈，他说哎，祖祖你看啦，一直在你旁边，我都一直被你洗脑讲前辈了。对呀、啊，我温柔原奶宝金界大叔对。万神对我温柔，为什么要退追呢？打屁股哟！谢谢朱雅的啦啦啦，欢迎回来，树宝，树宝是回来了是不是？哎，还是你刚刚一直都在？有，我有温柔，是讲到这个话题，就大家忽然间出现是什么回事 ？Hello 雨诺诺，某方面来说叫安安前辈也是没错、啊，对啦，也是啦哈。开播第一天一定有什么误会，温柔在你眼中到底怎么？就是。开心漂亮，开播第一天就开始慢慢扣分了。哎、欸，如哥哥哪有？回家啦，有人出问题了。谁？回哪里？什么意思？你从来都没有跟温柔在上边过，你好失礼哦！今天大混超失礼的。Hello V， 卢卡温柔可以理解猪猪吗？最温柔的布丁柳橙前辈，柳橙前柳橙柳橙柳橙前辈，叫你哪儿？上上礼拜木曜签书会，我有跟他说拿高跟鞋考我，真假的的拳，真假的，你说抖内，然后说拿巧考我是不是？对，我是温柔系的 ，Poco 我是温柔系的。拳你要去哪里？今天到处打屁股哦，谁说没有的？谢谢云诺诺帮我配上直播间，对，走到飞。
协寻祖祖走失的温柔在哪里？贴公告喽 ，Hello Zaka， 阿力温柔第三，真的讨厌说谎的人还温柔嘞。那我鼻子要伸长了吗？不是比安安资深吗？对，可是在 AKB48 这边的话，安安比我早，就是在一零那边我比他早，可是在 AKB48 这边我他还是我的前辈。有王源奶爸，晨晨不是大姐头吗？没有，他就跟着我喊大家前辈了，超可爱的，我觉得超可爱的。他讲完以后会讲，哎呦，我的嘴巴，哎呦。上礼拜我梦到卢卡跟祖祖，真的吗？你梦到我吗 ？Hello， 又住417。阿布前辈说他那天没有准备高跟鞋，哎，糟糕，你应该自备高跟鞋，说请用这一双。准备，我准备好了。你的温柔跟我的怕。不是跟我的是不是有差距？没有啊 ，Hello， 不告诉你，对不起，我又吞口水。温柔的定义就是爱大家，讲话开心，这样就是温柔。你不要带坏晨晨，我哪有带坏晨晨？干这样，是我们家晨晨开关被打开了，你知道吧？那个腹黑属性被打开了。祖祖的温柔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怎么忽然对啦啦讲话结巴吗？哎，这个嘛，可能被发现吧。Poco， Hello， 代代，祖祖的温柔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怎么会呢？你们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嘞？好乱，什么好乱圈？祖祖最棒了 ，Hello， 小臂嘟嘟嘟。雷拉应该有高跟鞋啊，对啊，对啊，应该会有很多啊。没有梦到姐姐，你要什么什么什么日什么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每天早上都要想我，你晚上就会想就会梦到我了。不要乱开晨晨开关，嗯，晨晨腹黑宝宝，不要荼毒晨晨，我哪有荼毒他、啊？我真的好期待我们家晨晨宝开直播，一定很好笑，我一定要去闹他，我一定要去他直播间闹他，100分。看看我们家晨晨宝，让大家看看我们家晨晨宝腹黑属性到底长怎样。贵圈真乱，100分。温柔引发粉丝混战，就是说啊，干嘛这样？干嘛呢？我明明就超温柔的，干嘛要跟我吵架？前阵子有梦到祖祖，不过只能说是个错综复杂的爱情故事。真的吗？那我是女一吗？如果是女一就原谅你，如果我不是就不原谅你。梦到祖祖应该会梦中被吵醒，这样啊，不要说了。祖祖你安静，嘘，不要，好可怕，祖祖好可怕。Hello Steven，Hello 志伟哥，这我就不晓得了。反正我后来有被百翔吐槽，我觉得百翔哥人真的很好哎、欸，我觉得百翔哥真的超好笑。我上次有跟他一起录过一次影，然后我真的觉得他真的超好笑，而且我真的超喜欢百翔哥讲话。晚上梦到你会太吵，我想舒服睡觉。我真的觉得会做噩梦，100分。你跟小慧是我认识成员里面说自己温柔被粉丝团吐槽的人。哎，你这种怪耶，你这样欺负我们，哼，生气。你已经乱开阿力开关了，求祖祖放过晨晨。哎，没有啊，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我真的是我们家晨晨宝贝，只是在我旁边久了，就不知道为什么腹黑属性越来越高，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啊，早上想你，晚上没有做梦哎、欸，怎么办？那你今天晚上要赶快做梦，你睡觉前的话就讲10次祖祖，看会不会今天就梦到我。晨晨之前直播蛮乖的啊，你不要破坏他的形象，他很乖啊，很乖啊，只是很腹黑而已。梦到祖祖好像有点吵，哎 ，TTT 的 TTT 是什么 ？TTP 的毛怪都这么 M 吗、啊？就是你们100分可爱。前天有梦到林杰前辈，真的吗？你有梦到林杰前辈吗？是女一吗？不是的话又要打屁股咯。是祖祖带坏，我才没有。逃学威龙三部曲100分，我今天看能不能梦到姐姐。好啊，欺负你后胜，后胜是开心的意思吗？祖祖关播之后耳边还会有祖祖的声音，余音绕梁啊，好听，100分好听。百翔是可以很平静的说屁哦，真的，百翔哥真的超好笑，真的是，我跟你讲，他真的，我觉得他，但是我觉得他讲话很有那个深度，就我觉得他讲的那个话内容真的是很有深度的，就他就算开玩笑也是很有深度的开玩笑。有录影吗？找得到连结吗？哪一个什么西恩虚报祖祖什么啦？有没有祖祖好不好？有了那么好要珍惜，对嘛？您。没错，您是女一，太好了，那我原谅你，如哥哥，如哥哥，
这样我觉得可以，我没有生气，我很开心。如果不是，我就会生气，我就打你屁股。我也是毛怪，但不 M。这个吗？你可以属于一个潜藏 M 属性这样。谢谢 Kent 的星之冠 ，Kent 你今天怎么那么晚才来，宝宝 ？Kent 明天中午你会来吗？我明天中午要发红包耶，你要来抢红包吗？我想要回馈给我的宝宝粉丝团们。百强说话有深度，这段剪给他，他应该会说找到唯一的知音，真的啦，真的啦 ，Hello 西恩，那你不是女一哎？打屁股生气，记得下次来握手会看我哦。大哥好，我觉得金界大叔没有，我觉得金界大叔是那个表面上是 SS， 然后心里面 MM 的那种感觉。欢迎回来西安，谢谢 Ken 的掌声鼓励鼓励。你跟百翔录影啊，想看就是之前的那个啊 ，Co-Living 的那个录影。百翔签书会休息时间不去休息，开便当会人超好，真的假的？百翔哥真的人真的超好的。晚上猫祖祖一步一步走过来，然后小妹就叫毛良醒来，毛良啊毛良毛良毛良，然后你就说好了，我要睡觉，是不是这样？百翔是谁？百翔是我记得没错，他好像是一个有吧。应该有吧，百翔是会马赛克脸脸的那个吗？对不对？百翔哥嘛，是吧？是吧？我有记错吗？还是我其实记错人了？百翔哥说了，不准把签书会的影片发到 TTP 那，真的假的？是吗？对吗？对啊，百翔哥啊，对啊，对啊，然后对对对对啊，对啊，对啊对 ，Hello 飞宝，对啊，百翔这个人超好的，百翔哥人真的超好。等等，啥事给你这种错觉了？我们家金界大叔就是这样 ，SS， 然后但其实 MM 这样。祖祖的温柔到底出了哪里问？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德全，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跳过。所以祖祖到底哪里温柔？上帝这个先跳过。谢谢玉凤的玫瑰。谁跟你 M 属性？只有我欺负阿布前辈，没有他欺负我的时候，是这样吗？希恩，你该不会也是表面 SS， 其实内心 MM 的人吧？心中是个 M 属性，我也觉得是。为什么我的字不是粉红色了？我的这边是哎，玉凤宝宝，百翔哥，我怎么听成百翔哥？百翔哥记错了，扇子拿来，扇子拿来，同名同姓。Hello 玉超，不过不要跳过我的问题，我没有跳过啊。我梦到祖祖叫我起床，但是半夜三点瞬间暴起，哎，为什么要生气？哎。老实说，梦里的你是在吵架，但比直播温柔多了啊！真的假的？为什么给你这种感觉？为什么要跟我吵架？百翔有说哟，说什么 ？Hello 玉超，刚当掉，好像有了，好那就好，脱离不了吵，完蛋，怎么办？没拿好处，赔死！百翔哥又在讲什么话？什么意思？他说帮 TTP 做宣传，真的假的？德全怎么？德全不是我在讲什么？德全怎么？百翔哥怎么帮我们宣传？竹杖母汤为什么？原来还是小的部分。哎，如果梦到祖祖有问我，一定要去握手问我，下次一定好，下次一定要来哦。Hello 荣哥，欢迎回来，荣哥。木药粉玩他的中文玩最凶的就是我，怎么可能是 M？ 真的假的？原来我们家先是表面 MM， 其实 SS 的人吗？Hello， 若儿一笑笑，这段我有听到，还是第一场的时候，刚刚好像当掉，现在有了。你说帮 TTP 宣传吗 ？Hello， 一晨，欢迎回来。你慢慢念留言啦，别急，一直舌头打结。对，我今天太开心了，我觉得我有点冲晕的感觉了。哦，真的太开心了。等一下哦。呀呀呀！我呀呀呀！谢谢一晨的枫叶。哎，五毛。呦！一下一下。两个女神一次梦到中奖，怎么那么好？你先冷静一下。好，我现在靠着墙壁了。我现在稍微好一点了，我现在真的是谁又发红包？是谁？谢谢零零保护队，谢谢。
这样。是吧，欢迎回来。但祖祖舌头完全打结就安静了耶。嗯嗯，有吗？嗯，汗水是这样子吗？汗水100分。灵宝变成灵本人了吗？哎，灵保护队，灵宝，谢谢灵宝的红包，谢谢晴的枫叶，高车迷 ，Hello， 谢谢你的100分 ，Hello， 花生神魔术，弄到祖祖100分吗？谢谢红包，谢谢螃蟹，谢谢螃蟹，我哪有很吵，我本来就很安静啊。好，尚婷，你赶快去忙，加油哦。谢谢小蛋糕的枫叶，像花生什么树的枫叶。为什么汗水0分？汗水100分，好不好？挥洒着汗水。谢谢花生什么树的枫叶，谢谢小蛋糕的枫叶。今天看到10点半吧？现在几点？我应该是10点半，或是10点半，或是11点吧？看看。你一直很吵吗？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看我今天手机可以到几点？我可以。跟在你身后，你一直很吵啊，哪有？阿杜，谢谢阿杜的真情告白，你今天这么晚才来，阿杜。对啊，我女神温柔，哪有吵？爱说小，是不是？我最可爱了，祖祖是走可爱路线的、啊，如果梦到祖祖算了，好恐怖，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原来宝，你过来哦，原来宝欠揍。11点的话会不会太开心？太爽吗？真的吗？有开心是不是？有开心就好，我就是要让大家开心。我在回家的路上啊，回家小心哦，注意安全，阿杜，赶快回家，赶快休息。一水为什么笑？祖祖加班会不会辛苦？不会，因为我应该会讲到，就是聊天聊聊聊聊聊聊，然后我就超过时间了。如果梦到祖祖，最棒了，对不对？原来宝。咒你！如果要梦，可以选安安吗？祖祖好恐怖！哎、欸，什么 S 西恩？你走可爱路线吗？又颠覆了！一百分，这样您太辛苦了。为何是您呢，臣？你为何要叫我您？忽然之间有种生疏的感觉啊！Hello， 浩毅，11点开心吗？咒你！你想要咒你是不是？Only。谢谢 Only 的100分，可爱，对我最可爱爱了，我是100分可爱爱。梦见祖祖的梦应该是噩梦吧，太失礼了吧，宝贝们，你们这样吃对的吗？怎么那么失礼？你们这样真的是哦，不行哦，排队打屁股喽，臭宝宝们，你这些臭宝们，梦到安会不会从梦中被踢？哎，对啊。安安最喜欢物理性踢，哎，不是，应该是开玩笑的。梦见竹的话，应该是噩梦，超坏，超坏。梦到紫竹，为什么觉得梦可以是武侠系列？100分，我喜欢，感觉好像有点厉害。什么是 vote Sakura leader in DD 五二？哦 ，I already vote Sakura leader in DD 五二，100分，投票100分吗？是吗？对的哟，梦到祖祖肯定睡不着，开心到睡不着，飞宝，我就知道。10时期的祖祖看照片的话蛮可爱的，刚刚有看到跟台哥的合照。对啊，我真的很想剪头发、欸，我正常剪刘海的，我想。没上刘海，你要梦到小慧，哼，飞宝吃醋，哼，客人正在合唱，在唱美 MP 吗？美不，100分，今天大叔什么要庆祝了？你考虑清楚哦，什么东西考虑清楚？地狱之下有你有我，什么东西原来宝，什么东西？阿布前辈说他喜欢欺负他喜欢的人，所以犯随偶像，你乖乖给我欺负吧。西恩小变态，逐梦踏实100分。很梦到竹的话，很恐怖，24小时都会有竹的声音。梦到竹才不是恐怖片嘞，你们真的是哦。学长说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体育爱很坏耶，如哥哥不要这样，我们是小天使好不好？你的剑法计划我觉得不行啊，讨厌！谢谢阿杜帮我分享直播间 ，Hello， 风炮炸裂，不会啊，恐怖片不错，
我觉得好啦，不然我剪这样子一般刘海，大家是可以接受吗？就如果我剪一般刘海的话，梦到祖祖是惊悚片，什么？怎么这样？阿布前辈真的会欺负他的粉丝？之前日本老范参加最后一次握手会，他就要滚。阿布前辈真的是100分 SS 哎，100分恐怖片看一点点而已。大家喜欢看恐怖片是不是？然后祖祖声音一直是很歪，今天大叔不能剪，你说这样吗？上去这个不能剪是不是？梦到祖祖100分被吵醒，真的吗？真的吗？会很吵吗？不会吧？我觉得不会啊。云南棒棒糖，可以哦，可以哦。祖祖一定要中分，真的吗？我有点想要剪哎。Hello 绿蜥龟，嗨嗨 ，Hello 唱故事，好久不见，欢迎回来绿蜥龟。喂喂喂，宁死不屈，你知道曲棍面曲棍球面具吗？我知道。宁死不屈的意思是宁死不屈，不屈我的眉上刘海是不是？那如果长的刘海嘞，就到这边的，一般盖眉毛。你乖乖被我们欺负吧，有的时候会很会欺负他们，所以祖祖你要乖乖被我们欺负，是这样吗？德全，哪有你们哪有，你们才要乖乖被我打屁股嘞。所以我其实有时候 SS， 其实 MM， 然后你们其实有时候 MM， 其实有时候 SS 是这样子吗？麻烦剃光，戴假发的话就是可以各一直换造型，是不是？哦，是还可以的吗？如果盖到眼，灵宝护队100分，谢谢灵宝护队的剪刀石头布。可是那个盖到眼睛的部分是。曲棍球面具13号星期五是什么意思 ？Hello Only， 欢迎回来。要么中分，要么光头，这个太难选了吧，如哥哥，我不相信你敢打。你说打屁股吗？我可以哦，但是我怕你们会被ban掉，怕你们被姐姐ban掉。我可以哦，大家屁股翘高高，一个一个让我来打屁股。我是真的怕你们被ban掉了，笑死！祖祖要剃光头吗？不要刘海啦！啊，真的吗？可是我想要刘海耶。中分也好看吗？轻敲着伤心凄美而动听。连到麦卡贝的第一次生日也会坐特定坐飞机来，谁呀？什么意思？哪里难选？唯一支持中分，打屁股100分。钱小豪有演那个什么僵尸先生，这是什么？变成秃头，然后变成一拳超人。一拳超人真的超可爱的，我觉得一拳超人超可爱的。好，屁股翘高高，剃光头才不是王道嘞。成员要求应该不会出镜了。哦，真的吗？真的吗？那以后那这样好不好？那我们到时候生日会问问看姐姐可不可以打屁股掌，奖励都是什么？被我们打屁股，这是可以的吗？我这可能要问一下姐姐哦。阿布前辈的日本老板去年生日会，他特别从日本过来啊，特地从日本过来哦，真的假的？你说阿布前辈的生日会吗？好棒哦，哎，超有心的耶，真的超有心的。很久很久以前的影片，什么很久以前的影片？猛的了，我屁股为硬，怕你手疼傻眼。Hello Sharsh 吗？是吗？是吗？是 Sharsh 吗？还是 Sar？ Sarah H 加 H 我就不会念了。S A R A 是 Sarah。Sarah 是吗 ？Sarah 吗？Hello 怀 ，Hello 泽阿泽，生日会呢？我先请个假，我的实力没有那么高。哎，100分，飞宝爸爸打屁股来，打不够用力，可以跟天才冲冲冲一样打回去吗？哦，这个可能真的会被ban掉哦，这个我不确定可不可以，我打你们屁股应该是可以的。哎，傻耶！一晨，欢迎回来，欢迎回来，毛良，欢迎回来，新鲜柠檬，谢灵宝的脚手布，谢宝宝，平手。
的力，平手，输了，平手。喜欢与被喜欢之间，我可不可以你什么我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大家有想要看这部片吗？灰灰安安最讨厌天天乐财神的惩罚方式，我没有看过那个哎，怕怕被打，灵宝护队，灵宝护队直接怕怕。100分，谢谢玉凤，谢谢奶宝给我100分，你的生日会是不是过了？对，要明年了。谢谢灵宝护队。中间舞台活动他又中奖，运气真好，谁啊？ Hello 惊叹号，你连英文都不行了吗？对，我可能脑子也不是很行了，怎么办？一晨，谢谢你的100分。 Hello 一凯， Hello 玉如， Hello 飞宝你怎么跑掉？飞宝你要去哪里？ Hello 老沙，是啊，然后拿出阿布前辈的小孩照，真的假的？你说他 baby 的时候的照片吗？谢谢 Aka 请歌Aka 请歌100分。那不用担心你生日会要打粉丝屁股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会忘记是吗？今天大叔的意思是我会忘记是不是？我刚刚去面哦，好好好啊，大家要不要去签到一下啊？大家要记得回来哦，可以吗？我觉得其实阿布前辈很想踹飞他。谁想要踹飞谁？谁想要踹飞谁？一凯100分。让爱一直延续，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屋内的诗句想储存爱你的记忆。好哦，拜拜，要记得哎，不可以去补法，要记得回来，赶快去补签一下。你们赶快去签，去签到一下，那等下记得回来。哈，阿布前辈要踹飞那个，拿出他小呵呵老范哦，真的假的？我以为他是老板呢。哦，我也是老范，是不是？哎，看错字了。欢迎回来，奶宝祖祖嘟嘟100分，被拍到了吗？小肥肚。雨滴的天里，很窒息。为什么呼吸离开你，我安静的抽离。签到，拜拜，我要浪咯，要记得回来哦，宝贝们。Hello， 本丸梅子，小时候是多小？不知道哎。那我大叔有送我阿布前辈小时候照片，人超，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Hello A， 放出去的饭就像泼出去的水，不行，给我回来，没有泼出去的水。我们这边是什么？我们这里是回力镖，丢出去是会回来的。就说是肥族了吧？才没有嘞，是瘦族。每天吃宵夜还能这样，不简单，100分。真的吗？祖祖的手手准备好，去签到的都没有机会了。真的假的？来了，最爱你了，宝贝，签宝贝，耶！赶快去签到，大家赶快去签到，耶！谢谢陈，我抢到红包了吗？我看一下哦。呀，我抢到了！我来看看大家的手气，哈哈，大家都去签到了，哈哈，大家都跑掉了，嘿嘿，谢谢倩。哎，大家回来喽！哎呦哎呦，回来喽，宝贝们回来喽。然哦的秘密难以。是延续，感觉被祖祖逐出直播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被我逐出直播？谢谢红包，谢谢陈红包，谢谢红啊！对了，讲到这个，我来跟大家再宣传一下好了。明天祖祖12点直播，然后也会发两包红包，大家记得来哟。不晓得我有这么猛的毅力，什么意思？只看一下，欢迎回来，不是飞镖吗？谢谢玉如追踪，我倒是有阿布前辈8年前的小卡。那就是小时候了，不是吗？我觉得他真的好了不起哦。谁？阿布前辈在日本 AKB48 研究生时期就是在犯着他的粉丝，真的假的？那以后如果我50岁，大家愿意继续犯祖祖吗？还是交接给年轻的宝贝们好了，直接力推年轻宝贝们。印象中有一个是女儿节的照片，那是什么？有吗？什么东西有吗？奶宝？
可以不要回来吗？哎，祖祖要不要加入仰卧起坐组，一起练级腹肌？好。然后我真是忘记呛他签名会有签名，有够懒，很坏。毛梁很过分，谢谢晴晴的枫叶。祖祖手手准备，啊，有了有了，我切偷到了。祖祖不要再开播时间跑去看其他成员直播迟到就好了。哎，对不起啦，如果有其他人直播，我就会不小心去浪，你知道吗？我要来当到退休，真的吗？50岁老族，我红包退回好多呢。啊，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是大家都没有抽到，是不是？Hello CHENG，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丢了多少红包，而且我好像自己也看不太到。都是不安犯的错，怕报不尽什么。谢花生什么树的枫叶。阿布前辈签名有够懒，感觉主签名超有诚意的，真的吗？的圈，爱是谁？又是圈吗？还是飞宝？还是领英保护队？啊，是倩，谢谢倩的红包。Hello 七七的郑维，欢迎回来飞宝，不是 fan 是什么？我要念倩，谢谢倩追踪，欢迎飞宝回来。小卡是什么？小卡是以前去关店先买生血送的，然后什么意思？谢谢飞宝的花开正当时，谢谢红包。放我头贴了，这是什么？天哪，真的耶！那你们大家以后会不会也是拿我现在研究生时期的照片？感觉好像有点棒哎，50岁的时候收到这个，感觉有点感动。大家50岁还记得我吗？如果长皱纹，大家会不会讨厌我？祖祖现在已经有点皱纹喽，怎么办？Hello， 无脑单细胞，想到就怨恨什么？阿布前辈的御医之笔，我只有三颗爱心，招牌笑脸都没有，什么意思？为什么？谢谢红包，还会在直播中跑骚去其他成员的哎，祖祖弟弟，谢谢飞宝的许愿瓶。皱纹要看多深啊，超深那种，认声音就好了啊。真的假的？你那时候50岁的声音的时候，我还是这样吗？然后大家就会说，哦，原子主就是这声音。我们会被厌世照放大，我们会把厌世照放大送我。为什么？哪有皱纹？有，我有一点点皱纹了。我拿到纸笔，笔画一次比一次少，超坏。祖祖老了，声音一定不会变，真的吗 ？Hello， 祥旭，好久不见，欢迎回来，飞宝。Hello， 变，好久不见。阿布前不签名就是上笑脸，但是有几次笑脸都没了。阿布前辈，可是可能因为阿布前辈签很多年，你知道吗？8年可能是真的有一点，就签到后面就是好了，这样就可以拿到纸 ，OK 啦 ，OK 啦，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看到阿布前辈的成长，100分，谢谢飞宝，哇塞，这个也太厉害了，什么东西？柳橙怎么了？柳橙做了什么事？说话伤害都是不安犯的错。对啊，我才20岁耶。如哥哥说什么？打屁股，先打，还没看就先打屁股。颜子主认识你30年了，怎么一样吵？真的耶，如果50岁的话还是这样的话，真的会。所以我才说祖祖的签名很有诚意。哎，100分。阿布前辈的签名就是上笑脸，但有几次笑脸，可是我的签名有时候会不小心签错这样。谢谢诺诺追踪。他刚刚说50岁的时候怎么了？哦，你说什么东西？如哥哥说什么？如哥哥到底说了什么？哦，认识我30年，100分。祖祖老了大概一样巧，我也觉得应该是新粉丝有笑脸，老粉丝减少，是这样子的吗？是直接就是已经想好，就是这个是要给新的，这个是要给旧的吗？蔡信娟年轻的时候很漂亮，这个我不知道她是谁。什么是退化？什么是这是退化吧？什么成长？哎，超坏的西恩，这是成长，这是成长。看到那个阿布前面的签名越来越成熟。Hello， 路过 ，Hello Ben， 谢谢追踪。50岁的竹大概吵死你们这样。没有啊，也许50岁的祖祖就开始温柔了，这样这成长，这成长，这成长，明明是 AKB48TTP 怎么了？纸笔是抽签的，哪有知道给谁？抱歉，没有针对你的意思。是金阶大叔学生时期的歌手，真的假的？金阶大叔你被点名嘞？
金界大叔，你被点名了。果儿前辈有牵挂啊，有一次牵成 AKB， 真假的？真假的？怎么办？有被说什么吗？可是大家，我那个五月的好像也不小心写错字，还是爱大家，请大家不要发现祖祖写错字。最主要是祖祖的那个字签了以后发现看不到，我还用另外一支笔描，所以有一张会有点丑，有一张会有一点丑，大家不要介意。但是那个是祖祖的 double 的用心，请大家收到，不要生气。我的年纪是飞鹰三猪，什么是飞鹰三猪？因为果果前面那张签错在我手上，真的假的？德全，那怎么办？你该不会我五月的你也会在你的吧？Hello， 阿米义，欢迎。哪一张？五月的，我写那个签名就是有点丑，有点略丑。什么？找国文老师？什么？为什么要帮我找国文老师？以前阿布前辈还在本家对岸粉丝叫阿布哥，什么意思？哦，真的假的？你说，大陆的人叫阿布前辈，阿布哥哦，是吗？这种签错的更有价值收藏，真的吗？给阿布前辈签两次都有笑脸，耶！恭喜金界大叔 ，Hello 911，伊能静有，伊能静我有听过，我抽到的几率很高哎，你说抽到我签错那个几率很高吗？飞宝，你是已经拿到了是不是？是已经拿到了吗？五月的拿到了是不是？我看一下，没有，你这一张是我签的好漂亮的，飞宝，这张是好漂亮的。在你变温柔的时候，大家早就呛掉了吗？哇，糟糕，糟糕！还有王杰，大多的粉丝都超爱叫哥的啊，所以我会变什么元哥还是竹哥还是子哥？子哥，大陆粉丝以前叫阿布前辈，叫阿布哥，好酷哦，阿布哥。Tomo， 看起来我的是正常的，放心了。不是，那应该不是五月的，六月的吗？学生的是什么时候？是正常的。会不会以后有人叫祖祖叫竹哥？是竹哥是不是？不是元哥，也不是子哥是不是？以前确实是阿布哥，真的吗？五月是护士啊，那是六月，六月我打错，我写错字，不是写错字啊，就是写的有点丑这样。按照惯例应该叫麒麟吧？啊，麒哥、林哥、鹿哥可以啊。六月还没出货，毕业照，对，毕业照有点丑，我有一张有点丑，对不起，我是宝哥是不是？啊，100分，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宝哥100分。卢卡，祖祖终于登场了。阿洛卡还在吗？场景哥吗？啊，场景哥有点酷哎。麒麟哥可以，我觉得这个有点厉害。Hello， 俊颖叫大头族吗？哇，不行，不可以大头族。周慧敏是演出道，是演员出道才唱歌的。那如果有一天我演戏的话，我是唱歌出道的演员是吗？是这样吗？完蛋，我要中奖了吗？哇！飞宝来看看会不会是你？这么是欧呢还是飞呢？该说欧呢还是飞呢？Hello 米米 ，Hello 地狱吉吉，你不是大头族就是呆族，我是可爱族，我是宝贝族，宝贝族，今天要去看一下周慧敏跟周润发的电影解说，哪一部片啊？欢迎回来，流星。超死人的竹哥100分，最可爱，谢谢俏护士的玫瑰跟 love love。鹿哥哥会跟实力主义教室的鹿哥搞混，那我景哥好了，景鹿哥好像还不错。你去演戏的话，你跟卢卡可以当女主角，阿潘前辈可以当配角。你居然会看老演员的，什么意思？宫城明超爱，宫城明喜欢有韵味的片。谢谢玉凤默默陪伴，宝贝族我觉得认可，温柔族这个请自我拒绝，怎么这样子啦？苗姐小时候是唱歌哦，真的假的？苗姐原来小时候是唱歌是不是？大家扛起来，小肥猪吗？宝贝啊，会怎么办？我已经发完红包了，宝贝我已经发完了，你明天中午再来好不？明天中午再来，明天中午祖祖也会发，可以吗，宝贝？
宝贝，你有没有阳光？你有没有阳光要加我的粉丝团？我明天会一包粉丝团，一包公开，看你要不要来抢我的红包。宝贝要不要来？灰灰宝，偶像剧已经被韩剧附体了。嗨嗨，宝贝 ，Hello 玉安。我觉得《逃学威龙三部曲》比较好看，苗姐的招牌歌是《小飞侠》哦，我好像知道这件事情，我好像有听过。现在偶像剧都很多是卖脸的嘛，那如果我去卖脸，你们愿意买吗？其实你们成员可以拍一些短剧，这样会很好玩。可以啊，我们可以来拍啊，慧慧，快点，快点，快点，进阶大叔叫我们拍小短片，来打招呼的。好，那你明天中午会来看我吗？小慧在角落等我发红包，不行，我这两包要等明天。等一下拉业务，连成员都不放过吗？对，宝贝，快点，宝贝，我到时候会先去。如果我有抽到阳光，我会先去我们家阿丽那边变成他的粉丝团，然后下一个就你，然后对，然后因为我们家晨晨宝也没有播，所以再看看我下一个要选谁。拉业务拉成这样吗？嗯，快点，慧慧宝加我粉丝团。第三集有梅哦，我超喜欢梅艳芳的，我真的超喜欢梅艳芳。哦，我们来听一首她的《曼珠沙华》好了，我超喜欢梅艳芳的。梅艳芳，我是梅艳芳的小粉丝。梅艳芳，祖祖，我真的是服了你，怎么了的全？演温柔的呀，祖祖，对嘛？我是演温柔的，看到没有 ？Hello， 福居塔推销成功，真的假的？我们家。阿慧加了吗？你跟阿慧再加个面面，那就根本不用拍了啊，就是直接吵到听不到，是不是 ？Hello， 大王，梅艳芳在紫萱前辈出生那年过世了，我真的超喜欢梅艳芳的。下一个选猫猫前辈或是易云，好啊，猫好了，去摸宝那里。我来听梅艳，我们先来听梅艳芳的中文歌好了，《女人花》。下一首就来个《曼珠沙华》。Hello， 俏护士。然后我们之后再来听个《梦醒时分》跟《梦一场》，大家觉得怎么样？大家提醒我一下好不好？《梦醒时分》跟《梦一场》。噔噔噔噔噔。妈咪。我想喝水水，你可以帮我拿水水吗？谢谢妈咪。成员拍短剧，一些吵爆的成员一起拍戏，那个剧情保证精彩，直接吵架吵起来。我跟你说，就噜噜噜，跟你讲噜噜噜。对呀，《女人花》是梅艳芳的歌，我超喜欢梅艳芳的。谢谢妈咪。我刚太嗨了，我觉得发现我现在有点卡老痰，我想喝水水。我也要水水，飞宝也要水水吗？不行，竹妈只有给我水水。好，谢谢妈咪。耳机直接再买一副，直接音爆爆起来。谢谢妈咪，如哥哥说谢谢妈咪。喝水水，对啊，喝水水，不然大家怎么讲？喝水吗？真的吗？跟妈妈讲话讲喝水吗？妈，我要喝水，这样是不是？不是妈咪要喝水水吗？新鲜柠檬，欢迎回来！我超喜欢这首歌的。我也要水水。蔡幸娟是80，然后90年代的写，真的。女人如花花似梦。喝水水赞，紫竹可爱啊！谢谢超护士，谢谢月。哎，九蛋，哎，我要喝水水，我要喝水水，本完美子直接唱起来。为什么大家都要水水？不是，是自己走去倒水哦。那我是小懒人。大哥，祖祖最可爱，谢谢零保护队。Hello 汉。如果喇叭没有先关小声一点，某些廉价喇叭可能直接爆给你看。真的假的？德全，真的吗？我妈会说不会自己去倒。哎，100分，飞宝妈怎么那么可爱？100分，我都说妈妈。哦，真的吗？我都讲妈咪耶。谢谢猪妈咪，
陈妈咪跟妈咪，陈妈咪，妈咪陈跟你说谢谢。妈说好。其实我觉得吴倩莲还好，她没有跟刘德华我比较少听她唱歌。什么演技？我要选谁的祖祖？我要选谁的宝宝？我要肥宅快乐水。哎，肥宅快乐水喝完了，一百分。Hello， 国艺，今天是国艺哥的生日。好的，国艺哥生日快乐。Hello， 艾斯秋风，你好。我要水水，只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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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好低啊 ！Hello， 艾斯秋风 ，Hello 贺，我是说吴倩莲演技没有比较没有变化，没有搭配刘德华一起演就比较呆板。哦、oh, ，我不知道倩莲姐是谁，倩莲姐之前在台北遇到谁？什么中康啊？妥中康，康哥吗？妥中康是康哥的对，康哥。然后，哎，树葡萄你好，祖祖怎么了？敲护士，天母这边很容易遇到明星。什么？今天大叔住天母啊？哦，我看出了什么？天热友情最后一段差点哭出来，真的、哦、很感动吗 ？Hello， 毛良，欢迎回来，你们是去浪回来了哈，我的宝贝们都在跑出去玩哈，哈。还有什么歌啊？亲密的爱人吗？女人花吗？想想看哦，不是，我想要看曼珠沙华啊，曼珠沙华，看一下曼珠沙华。曼珠沙华。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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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母旁边啊、哦，是这样子。Hello， 卡拉，康哥很常在市区出现，真的吗？祖祖为什么那么可爱？你的那个表情啊，好可爱哦，零保护队。Hello， 燕子，我住士林。哦，你住士林是不是？那你可以每天都去那个哎、欸、士林夜市、欸，好好。你在晚上，我不太会唱，我只会副歌慢住时刻。我看了一下面面前辈，好像跟这边情况一样，什么意思？很吵是不是？很吵吗？可是天母人都很爱说自己住士林，天母人很低调、哦。发现了什么？三层。我觉得我想要跟桐木学一下曼珠沙华的粤语，因为说天母就会被说有钱人，所以就会改说士林。被发现什么了？Hello， 玉祥，欢迎回来跳舞室，欢迎回来只看一下。Hello， 逸晨你好呀。曼珠沙华。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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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布丁粉铝罐。祖祖想见你有粤语版吗？这个我不知道。曼珠沙华。柠檬对什么都没有听到。上礼拜五有去买品涵前辈代言的四重脆，好吃吗？嗷嗷嗷！思源，我不知道哎、欸，那个有吗？就是坏掉，吓我一跳。女冠 ，Hello， 我没有骂啦，我不小心讲错。谢谢新颖的玫瑰 ，Hello 奈奈子。哦，真的假的？前几天出的吗？
第一次听到姐姐说什么，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是说旅馆。谢谢奈奈子追踪，我觉得 cheese 蛋糕好吃，我也觉得，我也喜欢 cheese 蛋糕。谢谢奈奈子追踪，谢谢小蛋糕的枫叶，恭喜中奖。猪猪马子没有，奶宝你听错了。Hello 柳晨，可惜我没有听到 QQ， 哎，不行，一进来就被骂赚到。是这样子吗？我觉得主持间有点坏掉。晚上不站哨，台风要来了啊！真的假的？那你们站还好吗？哦，我好想要学那个梅艳芳的《曼珠沙华》，还是我跟我们家头目来 cover 一下《曼珠沙华》？我一定好好剪，完蛋！他其实是要说我什么，完蛋，不用剪，别跑，不行，我会被直接变掉。没有注意听没关系，偷讲没关系。Hello， 朱里恩，完蛋了，奶宝怎么办？没关系，毛良不要听到。Hello， 蔡护士，谢谢晴晴的蓝色应援棒。Hello， 落日，落，宝宝吧，落日一笑笑，曾志伟搞笑 ，B。Beyond 是谁的、啊？歌不错，直升机都直接拖到机库了，真的假的？那首粤语版好听吗？那我们等一下来听。满珠沙华，敲开，噔噔，不行，不能放。粤语。噔噔噔噔噔，炮火我吸收，我名字的锅。你话都不齐，我嘴巴舌头打结。本来想说站哨可以站到补休，结果不用站哨了。为什么站哨可以补休？是香港很有名的摇滚乐团哦 ，Beyond 吗？截个图。啊？真的假的？啊？真的假的？海阔天空站站，真的假的？去世了？为什么？这是做节目的时候从做综艺节目从上面摔。真的假的？Oh my god！ 我起鸡皮疙瘩。海阔天空，海阔天空怎么了？RIP， 什么都不懂，你好，什么都不懂。那我们等一下来有机来听他的歌，等一下我们的那个，等一下，等一下，怎么变空空如也？不对，应该是831的《想见你》粤语。陈百强也在同陈百强我不知道，真的、哦。Hello， 蔡护士，对，旅馆对。你去听听看《海阔天空》，好啊。好 ，Hello， 一二三，是啊，要小心，大家都要小心，好不好？答应我，大家都要注意安全，好吗？快点，大家答应我，真的，大家都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我也一定会好好保护我自己，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这个我就不清楚了。Hello， 一二三。因为晚上站几个小时，早上补几个小时，哦，好好哦，9:30睡觉，10:00-12:00少两个钟头，可以睡到前半，真假的？好像还不错哎，还蛮好听的耶。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Hello， 从零开始，阿仁。Hello， 本王梅子，欢迎回来。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呀嘿 ，Betty 在想见的你。伤害累，真的网络上超多阴谋论，什么东西？阿
兵哥加油好，有没有人明天想去冲浪的？喂，九蛋，打屁股哦，够呛，是明天台风天是不是？九蛋，你真的是打屁股哎！祖祖会冲浪吗？不会，但我可以潜水。不要明天，不要明天，不要明天好不好？直升机都可以拖进机库，跑道都空空的，所以是明天是不是？明天给我好好待在家哦，听到没有？台风天，哎，可是要上班。奶宝，你骑车要小心，今天大叔开车给我注意安全哦。开玩笑，对啊，工作人员，你看工作人员都出危险了，你们不可以这样，听到没有？毕竟他以前真的假的。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呐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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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黑泪。有没有人明天要去？哎，奶宝，你打屁股哦。没台风假怎么在家了？还好北台湾没事啊、哦。那你们还是要注意安全，好不好？明天有课，好好好啊，还是小心哦。我在网络上再查查看。好啊，明天还是要上班。对啊，怎么办？上班怎么待在家？好啦好啦好啦，你们还是出门还是小心，好不好 ？Hello， 冰大，欢迎回来，思源。大家只要煮煮，大家只要大家家煮煮中，明天中午要直播，大家记得这件事情吗？有一个人叫祖祖啊，明天会开直播，好啊，大家要记得，可以吗？奶宝，对啊，奶宝外送真的很危险，台风天的时候是怕下大雨啦，才不是川姑变嘞，明明就是可爱变，啊，糟糕，呐呐呐呐呐呐，台风天就是要泛舟，还有人记得吗？泛舟歌吗？不行，不可以。呐呐呐呐呐呐，我懂，会记得看祖祖直播，好，最棒了。如果不忙的话再来看，哎、欸，不行，你要来看我直播，我明天要发，明天要发那个哎、欸，明天要发红包哎、欸，你们明天要来哦、喔，明天发红包哦、喔，明天中午不确定什么时候发，明天大家什么时候比较有空？顺便问一下大家好了，中午吃完便当就会想睡觉，那要趁你们吃完便当之前，你今天眼睛为毛可以这么大？哎、欸，对，我也觉得我今天怎么可能因为梳干净吧，然后眼睛就看起来很大，还是我今天眼睛开太大了？可是我记得我没有开大眼啊，啊有哎、欸，我大眼开到最大哎、欸，笑死，难怪我今天眼睛这么大，好好笑哦。我想说，对啊，奇怪，我今天眼睛为什么这么大？我真的认真没有开，是他自己变的，不是我。既然没有吐槽我故意打错字，希恩你打了什么？会记得看祖祖直播，哎、欸，为什么没有看到？危险！台中下很大，真的、哦，台中下很大吗？特效，大眼一百一百，对，一百一百。还有，我想说，对我今天想说，奇怪，我今天眼睛为什么有种大到可怕？连我自己都觉得我的眼睛怎么有种不太成比例的感觉？发红包好像都是排很长人很长的人龙啊，没有，明天我会自己发。不确定什么时候，可能也许就是等小时榜结束吧。啊，不行，小时榜的话，大家结束是不是大家就会来，大家就会抢不到？那我在小时榜的时候好了，大家去抢别人，你们抢我的，来看我直播，大眼一百分，一百分。Hello Happy Boy，Hello 宗汉，大眼开到最大，怎么可能会看不出来？一进来就觉得很奇怪，我也是觉得很奇怪，想说我今天眼睛为什么这么大颗？台南也有下雨，但没有下很大。福特全雷打1981到1995年，特产新的车车，车车。我要来，等一下哦，大家等我30秒，我要来用祖祖的，我要用小祖祖发礼物给我自己，哼，就用刚刚抢到的红包来把我的礼物丢给我自己。哼，等我一下哦。大家觉得我要丢给我自己一个剪刀石头布，还是丢一个，还是什么？我没有开眼头，没有啦。Hello， 菲菲 ，No you，Hello No you。现在再注意下巴，看看是不是有开到100。好，我来看一下。对啊，为什么它会自己开到这么大？看一下。吓死我了！我按到什么？吓
死我了，没有，我下巴只有开32，开下巴开到100也太可怕了，这个是谁？这个到底是谁？是谁？是谁会这样子跟我说？到底是谁？磨皮开满吗？当然一定开满。欢迎回来，马哥，欢迎回来，吉斯亚 ，Hello， 嘉宏，丢火箭，快点，谁？谁？怎么那么可怕？我觉得有点害怕，火箭有点可怕。祖祖的眼睛真的超大的，好像豆豆先生一样。豆豆先生有点丑。丢剪刀石头布吗？没有火箭啊！你不丢别人，丢自己干嘛？因为我要用大只的丢别人。下巴开到100，我怕怕。你哪会 ？ET 组城之内是我自己丢。对啊，我丢给我自己剪刀石头。穿越了千个万个世，哦，我赢我自己，哦，好棒！像这谁啊？谢谢迷你猪的剪刀石头布，我赢了迷你猪了。那个下巴是快乐水的副作用吗？对，副作用。再等待一曲，我愿意。谢谢迷你猪，谢谢玲玲保护队的红包。是现在吗？是说是现在吗？还是我的手机那个？是哎，是玲玲保护队哎，谢谢玲玲保，哎，玲玲保护队，你这样子，你知道你会让我有一个，你会让我有一个欲望，什么欲望？就丢红包的欲望。不行啊，我要忍住，我剩最后两包了，我要明天丢。不行啊，玲玲保护队，你这样我真的会很想丢哎。谢谢红包。谢谢林保护队，谢谢冰达的婴幼口罩，谢谢思远的 love love， 谢谢红包 ，Hello 西恩，谢谢小蛋糕的枫叶，忍住嘛，我要忍住，对我明天会丢红包哦，嘉阳，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大家欢迎加我的粉丝团，我明天也会再丢一包红包，是粉丝团的红包，一包普通的开放的红包，哈。谢谢晴晴保护队的蓝色应援棒，表姐和男友是卡车司机哦，真的哦，很酷哎！其实我觉得开卡车超帅，我也想要去开开看。谢谢树葡萄的枫叶，谢谢花生什么树的枫叶，谢谢花生什么树的枫叶，欢迎回来史密斯。催促祖祖吗？祖祖这样真的会心痒哎，这样不行，真的不行，我要忍住，不要红包，为什么不要红包？不加，不要红包，哎，什么意思？要对自己的欲望诚实，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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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才可以。我要忍住了，你们这些臭宝宝，不行，不可以让我这样，就是不行不行，我要忍住，我要忍住，彦祖加油，你可以忍住的，保证了，表妹啊，怎么会这样？上路的时候跟我们说一下哦，什么叫上路的时候？卡车的驾照不一样，对。他要去开那个大车子的，对不对？明天也播，明天中午，不要忘记哦。明天中午，欢迎回来飞宝五。我啊，10:30了，我看一下我现在手机剩几趴。啊，36%。哦，我上路的时候你们会避开就对了，100分太过分，回避一下，100分超坏，尝试忘记不行。明天大家要记得来哦，哈。对，明天中午12:00。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也许到哦耶哦的时候还不懂感情。12:00开播是不是睡醒直播？哦，打点了，我的作息都被你们看透透了，你们怎么这样？都把我看光光呢，我会在那条路装一堆测速，哎，什么意思？太慢是不是？是太慢还是太快？表妹被老鼠啊，怎么办？有去打针吗？姐姐要抽要抽什么？要播到0%吗？被打，可能播到20%吧，好不好？什么？想被煮煮？呸呸呸！冰大，你给我乱讲话！你给我小心哦，冰大，注意开车，给我注意安全哦。你开卡车，我们要像万安演习那样，通通靠路边，超坏，超坏！为什么会被老鼠咬到？对啊，曾经那么近，监剧组要记得找我。哎，超坏！
们这小外，12点是不是吃便当时间？是。Hello， 落日一笑笑。啊，真的假的？脑膜炎怎么办？笑嘞，你们还笑，还跟我笑，对吧？还跟我笑。Hello， 小精灵，我注意安全没有用，是你要注意，我很注意，好不好？冰大，干嘛这样 ？Hello， 小精灵，好了哟，留守时间很想在外面。外面世界太无聊了，只能抽烟带过。哈，抽烟真的对身体不好，你嚼个口香糖也比较好吧，对不对？抽烟怕伤身体啦，好啦，也是可以啦。如果你要呼吸也是可以，行，就呼吸吧，记得自己酌量啊，不要伤身体。先领保护队剪刀石头布，举发违规跟超速啦。什么？先领保护队哦，输了。啊，胜利。啊，胜利赢两次100分，我觉得跟领域保护队了，我的胜率有点高哦，100分。Hello， 福吉塔，奇怪，你这个称呼是不是被猫前辈带坏？什么称呼？驾驶太可爱，举报一下。嗯、可爱，举发跟超速，好坏哦，感觉竹开卡车坐副驾最安全。嗯，是这样吗？让阿兵哥慢慢戒烟。什么称呼啊，冰大？啊，你说冰大吗？是大家跟我说的。感觉竹开卡车，哥抽的不是烟，抽的是寂寞。请问竹竹下一句是什么？不知道，先去休息。好，用心晚安。猪猪胜率100%，耶、yeah, ！我最喜欢100%了。嘿，猪猪不要上路最安全，选我正解，臭奶宝，臭奶宝哎、欸！猪猪有驾照了，史密斯。Hello， 朱里恩，抽很久了，有点小难，尽量好。那记得少抽点，好不？朱里恩，这副驾生死与共，生死与共。猪猪有汽车驾照，对。大家是谁啦？只有猫跟依云前辈会，猫前辈跟依云前辈会这样喊，真的吗？割掉的不是鱼。落日一笑，你真的是，你再开个黄，你要狂飙哦，真的是狂飙开下去哦哦。我竟然忘记你会开黄腔，臭落日一笑，坏蛋！考驾照那天带了几根鸡腿去。3个没有啦，我没有带，好不好？那个，但是我是真的是，我觉得我的考官人蛮好的。他，可是我也没我，对我也是没有做错啊。但是我是觉得他蛮温柔的，他让我没有很紧张，就他不是那种就是这样，我那个表情好欠揍，他就是那种这样你好，我就老师好，然后就是然后他就会说好啊，加油这样，我就说好，我就不紧张，然后我就还好。不要这样啦，竹竹上路前发现实通就要避开那个。我觉得我被歧视了，我觉得很难过。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我们的海阔天空来喽，海阔天空。Hello， 徐桂珍，这是上讲过的，只是帮大家复习。快点，你现在去找一个贴图，后面是小黄人。在你的那个落日一笑笑后面给我加一个小黄人，你这是小黄人，快点去找加小黄人上去。看来是没有带鸡腿，靠脸刷驾照哦，怎么那么好，好想要黄腔糖，黄腔，对，他黄腔，对，变掉了啦，打屁股踢掉，母汤哦，打屁股哦，又开车，真的哎，乱开车。明天5点起床，5点半起床，半掉比较快，超坏，没关系，你去加一个小黄人。第二轮比较容易被歧视，为什么会被歧视 ？Hello， 马哥，欢迎回来，我有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不用带鸡腿，看到主角就给过了。哦，谢谢。可是那天帮我考驾照的是女生呢，我还宁愿过山车，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我的车太可怕，是不是？一平坦上雷哦，北极风中爱自由，
女生也会看美女美少女吗？哦，真的吗？冰大，谢谢。不过第一次在老板不小心逆向，好像没有资格说主角。嗯，九大，这首歌如果叫头目唱一定行，真的。欢迎回来，浪客四五一 ，Hello Rosa， 好久不见。教练还好吗？什么意思，旅冠？Hello， 帅强强，还是以后出入走路都要小心了。哎、欸，什么意思？超坏。今天开到五十分好了，好不好？刚刚学开车，第一次在了，撞到，真的假的？洛瑞特，小心，注意安全，拜托，真的。教练应该不在。原来宝什么意思？女生也会拐美少女吗？真的吗？逆向危险，还说女生真的要小心，要小心。只是讲述一个事实，没有说你是美少女。啊，冰岛，出入平安。原来宝输了个平安哦。无敌刀，被琉璃伤。我听过这首歌。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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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没有听过这首歌？这首歌我有听过啊，只是我不知道它叫《海阔天空》而已。这首歌我有听过，这首歌超红的、欸。还好啦，那时候很暗，我抓不太好，轻轻碰一下，老板说还是我来开，吓死老板。Hello， 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星，小星星 ，Hello。晚安，欢迎竹竹加入我们，加入你们什么？不过我是因为日本交通规则跟台湾相反才会逆向哦，这是真的，这不是借口，这是事实啊，九大，因为好像每个地方的那个不太一样，还有左右驾的问题，所以如果不小心，好像还是情有可原，情有可原。教练会说明示出高徒，真的高，好高哦，小心。欢迎回来 ，Only， 好吧，开车太危险，希望再没有开车。擦撞肩膀吗？直接撞飞，就一个肩膀这样，哎、欸，然后你就这样，哇、哦，猪踩一下，直接地震这样。欢迎回来，有听过什么旅馆？对，我有听过，这首歌超好听的。可以。噔噔噔噔噔噔噔，有啊，这首歌很红啊。Hello Candy，Hello Kevin。猪猪不是左驾或右驾，是误驾，超坏如哥哥。这首歌小迪前辈跟队长有合唱过，真的假的？这个我不知道，但是这首歌我知道，这首歌蛮红的，这首歌超红。Oh yeah, oh yeah， 开玩笑哟，不可能。你出入时提示一下，我们就平安了。超坏，实力是超坏。从日本回来会忽然间忘记台湾的交通规则跟方式，好像真的会的样子，然后真的会差蛮多的。只有骑过电动车感觉好玩，而小心哦，玉凤妹妹，你可以骑吗？你满18岁吗？希望他们在玩鱼的时候唱过哦，真的吗？日本那边有合唱团有唱过的样子哦。这首歌我知道蛮红的。被祖祖撞到，直接在空中转3圈半，直接爱的魔力转圈圈哦，直接心电感应强起来。Hello， 小小强，欢迎祖祖加入我们国军的行列吗？战哨的部分吗？祖祖这个还是喜欢，还是喜欢，就是那不那么规律的生活，可以吗？祖祖喜欢晚睡晚起，不要在这边招募。祖祖要晚睡晚起的不规律生活，也不用到通知啊，看信。哎、欸，冰大，给祖祖再试试保险。哎、欸，你们真的超坏哎、欸，要先喊 Michael， 为什么？不用谢谢，电动车不用满18吧？哦，真的吗？哦，50的不用是吗？电动车哦，电动脚踏车不用是16就可以了，是不是？好了，来哦，宝贝们，祖祖今天晚上的最后安口曲要来喽，来喽，Hello 12345，晚睡晚起派偶像，对，晚睡晚起100分。哥哥的速度那么快，还是要考驾照吧？希望之后可以修法，对，还是要小心啦，就是真的要小心。小朋友骑车还是危险，但我觉得16岁骑车好像可以。有，飞宝来了，让祖祖先喝口水润润喉。
好，你等我念完榜啦，我听我唱，我唱那个好运来之后会唱那个，会唱那个爱的魔力转圈圈，然后就结束，然后我就直接来念榜，先保个精神。好可爱哦，红题目，红四海翼，来喽。叠个千纸鹤，再系个红飘带，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全常在，你一生的忙碌未来瞧，眼笑逐颜开。我连歌词都乱唱。青春风剪个彩，愿祖国的日月年年好运来。你风舞太平年，你龙腾新时代，你幸福的家园迎来百花盛开。好运来莫好运来，好运到来了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一直好运兴旺发达红四海。嘿嘿嘿，噔噔，叠个千纸鹤，再系个红飘带，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全常在，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打个中国结，青春风剪个彩，愿祖国的日夜年年好运来。你健康平年，你龙腾新时代，你幸福的家园迎来百花盛开。好运来我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一直好运幸福发达同四海。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一直好运幸福发达同四海。嘿嘿嘿，我跟你讲，我之前在练的时候，竹妈就很常听到我在唱。请问主播你是歌手吗？我是瓜希。竹妈就会讲，竹妈会跟着我摇摆。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一切好运兴旺发达同四海。为啥你衣服肚子打了一个叉叉，他是腰打了一个叉叉。 Hello 小猪耳朵，新来的哟，当然是歌手。不知道为什么祖祖唱歌认真，我却注意到肚子有没有肉露出来，超坏。落日一下下了，嘉宏看我女儿好听，不行， BO 还没练好，不行，还不能放。我们现在爱的魔力转圈圈，欢迎回来境界大叔。听圈害成员直播也常常好运来，真假的？你的笑容就在眼前，可是我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人也会不见，克服危险。哎哎哎哎，你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到心花怒放，黑夜白天，可是我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转眼会不见，我要慢慢冒险。爱的魔力转圈圈，甜蜜思念，你的笑容就在眼前，可是我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转眼会不见，怎么克服危险。哎哎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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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有进步了啦，喂喂，鱼大腹肉，哼，又没有人说你唱歌好听。哎，奶宝超坏，公车米，嘿，我是看肚肚视频的呢，真的吗？
你慢慢出现，想要无时无刻有你陪伴我身边，触电的那种感觉有一点点危险，什么方法爱你才会永远不蜕变，触电的感觉就在我的身边。100分，哎，我唱歌最好听啊，没有打错字，摇嗷嗷嗷，茉莉转圈圈，见到心花怒放，黑夜白天，又没有人说你唱歌，有没有人说你唱歌好听？转圈圈，思念就在眼前，可是我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转眼会不见，怎么克服危险？哎哎哎哎，哒啦哒哒啦啦啦，谢谢阿杜的西子罐，哒啦啦啦，嘿嘿 ，Put your hands up。触电的那种感觉已慢慢出现，想要无时无刻有你陪伴我身边，触电的那种感觉有点点危险，什么方法爱你才会永远不蜕变，触电的那感觉是你走过我身边。祖祖怎么那么嗨？因为今天最后一首歌咯，祖祖要等一下要来那个念榜咯，毛良请客，黑榜嗷嗷嗷，爱的魔力转圈圈，有没有人说有啊？我唱歌最好听了，爱你，原来宝，摇起来！不要走歌手这条臭史密斯，不见。你要写了，我唱到哪里？爱的魔力转圈圈，甜蜜思念，你的笑容就在眼前。可是我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拜拜，毛良，晚安。可是我要唱最后一首歌了耶。茉莉转圈圈，甜蜜思念笑容就在眼前，可是我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不见怎么克服危险。爱的茉莉转圈圈，甜蜜思念你的笑容就在眼前，可是我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不见怎么克服危险。100分，大家100分，我的宝宝通通都是100分，唱完了啦，是不是？50分了吗？刚好准时下播，是不是？好的，那我要来念榜了，宝贝们，准备好了哦，仔细听哦。全球第一个医美品牌维姿，89周年。第15名是。奥利，嘟噜嘟噜嘟。第14名是姬思雅，嘟噜嘟噜嘟噜嘟。哎，这是什么歌？第13名是，哎呦，迷你猪啊，耶，迷你猪，嘟噜嘟噜嘟。第12名是田中，嘟噜嘟噜嘟。第11名是茱莉亚，嘟噜嘟噜嘟噜嘟。第10名是 Bogo， 嘟噜嘟噜嘟。第9名是小蛋糕，嘟噜嘟噜嘟。第8名是晴晴，嘟噜嘟噜嘟。第7名是自伟哥，嘟噜嘟噜嘟。第6名是杨雄，嘟噜嘟噜嘟。第5名是花生什么树，嘟噜嘟噜嘟。第4名是飞宝，嘟噜嘟噜嘟。第3名是桃瓦哥，嘟噜嘟噜嘟噜嘟。第2名是领领保护队，嘟噜嘟噜嘟。第1名是树宝宝，谢谢树宝宝，嘟噜嘟噜嘟。今天呢，我要谢谢领领保护队，还有我们家飞宝，然后还有那个，还有一个我们家倩，还有我们家领领保护队，谢谢你们三个人的红包，然后也谢谢大家今天来陪我，然后如果可以的话，记得赶快加祖祖的粉丝团哦，我爱你们。像温柔野兽，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想别想太多。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红包，然后超多飞宝，真的超多包，谢谢飞宝。
谢谢你啊。奶宝是什么？明天中午十二点大家要记得哦，祖祖还是会再发两包红包，一包普通的开放的，一包是粉丝团的。谢谢大家今天来陪祖祖，祖祖今天超感动的，我真的超感动，我今天真的超感动，真的超谢谢大家，我真的好爱你们。然后也谢谢阿杜哦，谢谢你到那么晚了，很晚很晚回家还来看我，谢谢你。然后今天大叔记得不要再开车的时候再偷玩了，这要打屁股咯，你这开车要专心开车。孕妇妹妹乖乖可爱，谢谢大家哦。好的，期待明天大家来十二点来抽我红包好吗？明天中午祖祖抽红包，可以的话加一下祖祖粉丝团，然后爱你们哦。祖祖要关播了，拜拜。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谢谢大家，好好好，你还，你又给我落日一下，真的是落日一下，你为什么也没有专心开车？你真的打屁股哦，白饭拜拜，白饭我知道你有来，我有偷看到你默默的在陪伴我 ，Hello 俊宇拜拜，欧丽拜拜，奶宝拜拜，一峰拜拜，思妍拜拜，俊宇拜拜，花生什么是拜拜，阿杜拜拜，新鲜柠檬拜拜，刚志明拜拜，锦锦拜拜，白饭拜拜。嘉阳拜拜，奶宝拜拜，洛瑞一下拜拜，陶瓦哥拜拜，还有谁？本丸妹子拜拜，张春明拜拜，林一毛队拜拜，金思妍拜拜，史密斯拜拜，还有谁？还有谁？还有谁？我没有讲到。本丸妹子拜拜，哎呦，本丸妹子有了，神威拜拜，卢卡拜拜，小白兔拜拜，小叶拜拜，那什么？我的车不是那个车，那是什么车？小布布吗？阿杜拜拜，浪克斯五一拜拜，阿哲拜拜，如哥哥拜拜，奶冻宝卷奶冻宝是什么？奶冻卷拜拜，盐奶宝拜拜，桃瓦哥拜拜，思妍拜拜，大家拜拜，晚安，关掉喽。如果我今天没有打到招呼的，明天大家可以来找我打招呼，一早就来找我打招呼，好不好？